中了迷药都能跟丢，帮我，老公，你轻点嘛，你没事吧、啊？ 嗯、狗男人，要不是看在你被下了药，还长得这么帅的份上，肯定饶不了你。嗯、本小姐从来不占人便宜，这些就当是赏你的了。 顾魔神，我的顾大少，你可算是接电话了。你知不知道，堂堂一个顾氏总裁竟然消失了整整一个晚上，顾氏集团都要乱套了。嗯。哎，有意思。 这是把我当成鸭了！哎呀，你去帮我找个人。找人事情晚点再说吧。郭大少，你奶奶帮你安排了一个未婚妻，人已经到 A 城了。给我安排的未婚妻，苏眠。哎，你可总算来了。跟踪你的人都甩掉了吗？哦，对了，嗯、顾奶奶让你去接未婚妻苏眠，你还去吗？她应该早就到 A 城了，现在应该在顾家。先回顾家吧。好、啊。 喂，绵绵，你见到顾家那个小子了吧？感觉怎么样啊？外公，我现在不想结婚，顾家我是不会去的。我就猜到了你不会去，所以提前办你的卡都给你停了。外公，你这到底闹哪样啊？我这次回 A 市可是有大事要做的。哼，什么事儿都比不上你和顾家那小子订婚的事儿大。你不和顾墨辰那小子订婚，就别回来了。啊、订婚？我这次回叶城可是要替母亲报仇的。 怎么能被男人绊住脚？一定要想办法退婚。收破烂收破烂哎，有了！哎，大娘，咱俩的衣服换换。啊？那你擦干净一点。还有呢，死角的位置。 顾总未婚妻苏大小姐来了！啊，这么土的打扮，你真的是苏大小姐？苏小姐，你在这里稍作等待，我去给你泡杯茶，少爷应该马上就回来了。啊，知道了。 顾默生看到我这个丑样子，肯定会受不了，马上跟我退婚。这就是跟顾总订娃娃亲的那位，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行为粗鄙，长得还没我好看，怎么配得上我们顾总？小点声、啊！再怎么说，他也是老夫人亲侄的孙儿媳啊。我说错了吗？外面都在说少爷有克妻命，他这都敢来，可不是吗？ 一,一看就是为了顾家的钱，就他一个丑八怪，连给少爷提鞋都不配。那你觉得谁跟你家少爷提鞋比较配啊？嗯、说呀、啊，怎么不继续说呀、啊？说就说，我告诉你，我们少爷可是全 A 城女人的，能配得上我们家少爷的都是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少爷和你这个丑八怪有婚约，简直就是倒了八辈子血霉。 我看你家少爷有你这样的仆人才倒了八辈子的血霉，我今天就替我未婚夫好好管教你。你敢打我？我告诉你，我服侍了少爷五六年，少爷早就把我当做亲妹妹一样对待。我要告诉少爷，把你这个丑八怪赶出去。你要把谁赶出去？这不是我昨天才睡过的鸭吗？他就是顾默笙，怎么是他？ 那天晚上的鸭，我居然把我要退婚的未婚夫当成鸭子睡了。这该死的缘分，顾默生不会因此拒绝退婚吧？不行，一定不能让他知道我是那晚的女人。这个女人给我的感觉，为什么这么熟悉、啊？哎，我们之前是不是？少爷，你可算回来了！你看我的脸被他打的。少爷，你可要为我评评理呀、啊，少爷。没错，这就是我干的。 你要是看不惯我，就把我赶出去。少爷最讨厌的就是这种嚣张跋扈的，这个丑八怪死定了！李管家，在把人给我带下去。以后我不想在顾家看到他。是。丑八怪，我就说少爷一定会把你赶出去。哎，不用麻烦了，我自己来。拿下啊。啊！你们抓错人了，少爷让你们把这个丑八怪赶出去、啊。闭嘴。啊、顾家不需要认不清自己身份的下人，你们在这里只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服从。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的话，现在就可以走。少爷，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少爷，你把我留在顾家吧。<草>少爷，不要，少爷。你要去哪儿啊？顾顾顾陌深。呃，顾陌深，我今天呢是过来跟你退婚的。退婚？你是听到了我客机的传闻，担心被我克死吗？ 所以要和我退婚，其实就是啊，我们两个人之间根本就没有感情，在一起也不会幸福的，不如把婚退了，你跟我都开心。不行，为什么？我需要一个未婚妻，可以见家长的那种。 不行，我不同意。<行>我告诉你，我完全是看在奶奶的面子上，才配合你演戏，哄奶奶开心的。放心，只要你配合我假装恩爱，条件你随便提。嗯、外公曾经说顾老夫人对他有恩，如今顾老夫人病重，现在提出退婚确实不太合适。条件我暂时还没想好，先凑合。凑合？跟我还凑合？没眼光。 顾总到了，嗯，走吧。别忘了配合我，一会儿在寿宴上，千万不要提起退婚的事。知道了，现在还没有上去，不用潜水。这也是约定的一部分。默笙哥哥。 王山哥哥，没想到这么巧，我们竟然一起到了。苏尔小姐，姐姐，没想到真的是你啊！你一直待在乡下，这么多年没见了，我和妈妈都很想你。你的这句“姐姐”，我可担不起。在你心里，估计希望我这辈子都不要回来，这样你就可以永远霸占苏家大小姐这个名号了吧？嗯、姐姐，你误会我和我妈妈了。我妈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行，我那是你妈，不是我妈。 当初你跟你那个小三妈是怎么把我跟我妈赶出苏家的？我既然回来了，就会用同样的方式让你跟你这个小三妈滚出苏家。好狗不挡道。嗯，苏敏，既然你非要回来跟我抢卧室，那我就在顾奶奶的寿宴上彻底把你比下去。嗯 你们今天能来，我很高兴。顾总 <laughs> 到，这是我心心念念的孙媳妇，棉丫头吧，<laughs> 快来坐奶奶旁边，让奶奶好好看看。<laughs> 好，好，好，既然人都到齐了，那寿宴就开始吧。生日快乐，奶奶。 老公，嗯、你平时不是最喜欢吃虾了吗？多吃点。啊，不就是秀恩爱吗？看我不恶心死你！姐姐刚从乡下过来，还不知道，陌生哥哥吃虾过敏了。只要是绵绵味的，我都喜欢。绵绵，你这是第一次来邺城，怎么能让你照顾我？你也吃谋杀亲夫。彼此彼此。 我看姐姐是很满意和陌生哥哥的这桩婚事，大老远的从乡下,下跑回来，连家都没回，直接跑来顾家，真是辜负了我妈妈的一片心意。在家里做了一大桌子的菜，白白等了好几个小时，那真是不好意思。我呢，跟外公在乡下一起待了十几年，这实在是没有苏家人的联系方式。下次你让继母啊提前跟我说。还有呢，既然你妈在家里给你做了那么一大桌子吃的。 你不心疼他在家里吃，跑到这儿来吃什么？今天是顾奶奶的寿礼，我来这儿当然是为了给顾奶奶过寿了。拿上来，奶奶，这是晴晴特意向甄大师为您求来的寿礼，祝您生辰快乐，福寿无疆。哦、哎，真的好漂亮、啊、不错不错，苏二小姐有心了。姐姐大老远的从乡下跑来 A 城，肯定也准备了特别的礼物。 不如拿出来给我们大家观摩观摩。姐姐不会只记得陌生哥哥，忘了过奶奶的寿礼吧？奶奶，姐姐从小在乡下长大，如果有不懂得礼数的地方，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laughs> 你要是没带，求求我，我能帮你。想得美，谁说我没带？奶奶，这个是我外公亲自为您调制的丹药，祝奶奶生日快乐，长命百岁。 好,好,好，好，好，姐姐，这东西要是顾奶奶吃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外公精通药理，这个是他专门为顾奶奶调制的。你要是真信不过，就还给我。啊、苏晴，你干什么？姐姐，你就别开玩笑了。你外公不过是一个乡野村夫，懂什么药理啊？再说了，这种药丸要是吃出了问题，谁来负责？毁了就毁了呗，别伤了咱们的姐妹情。好好 <laughs> 好了，孙阮小姐说的对，别因为一点小事伤了一下人的感情。还是陌生哥哥说的有道理。所以你为什么还不把药捡起来，跟你姐姐道歉？什么？我只是担心奶奶的安危。道歉，我不想再说第二遍。姐姐，对不起，是妹妹的错。我以为苏晴是单纯针对我。 现在你看，原来苏晴喜欢顾莫深了。如果他们两个能凑在一起，我不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了吗？哎，下次注意。<laughs> 嗯，顾莫深，你觉得我妹妹怎么样？你问这个干什么？我们两个现在都是盟友了，问问怎么了吗？<laughs> 和你相比的话，才貌双全。 有戏。嗯。姑奶奶，啊，您觉得我妹妹苏晴怎么样？面丫头，你这什么意思呀？姑奶奶，您不觉得顾陌生跟我妹妹他们俩，嗯。奶奶，他刚才多喝了两杯，醉了。这丫头明明刚帮过他，转头就把我卖了。我根本就没有喝酒，醉什么醉？没醉，没醉，醉了的人一般都说没醉。哼。 其实啊，已经醉得不轻了。绵丫头这酒量啊，还真不随她外公。我是 <coughs> 你照顾好绵绵。放心吧，奶奶，我一定把她照顾得很好。嗯、啊！顾莫深，放、啊啊啊啊啊啊嗯、我下来！奶奶，我先送她回去。我没有喝醉。老实点。顾莫深。 顾莫深，快放我下来！顾莫深，莫莫开车。好的，顾总。我想想。我警告你，别乱来啊！喂，别自作多情了，我对于你这种乳臭未干的小丫头片子。 不感兴趣，那样最好。我对你这种处处留情的花花公子才不感兴趣。嗯，花花公子。既然我俩都相看两厌，那你能不能离我远一点？啊！顾总、嗯，<Tell me S 2> 前面有个大坑，颠簸了一下，您、嗯、没事吧？我是怎么了？竟然会想起那样的女人？ 你我你我,我你竟然对我图谋不轨！好，绝对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占我便宜。啊、苏敏，我说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我们俩之间到底是谁占谁便宜？我怎么忘了？我现在丑得在路上都能吓哭小孩，他眼睛又不瞎，怎么可能对我图谋不轨？是你自己莫名其妙的凑过来，就算我碰到了你的伤口，也是你活该。我可从来没有给别人说过我收拾东西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就<这>难道？ 你偷看我洗澡，我也是、啊、很挑剔的，好吧？嗯、你这样我还看不上呢。你看不上我，哼！我还看不上你呢，我。就算顾默生再傻，再待下去恐怕也要穿帮了。我得找个合适的机会提退婚。这个臭渣男竟然敢亲我，一边跟苏晴搞暧昧，一边来撩我。 他不会是想奇人之福吧？不行，我得赶紧想办法退婚。喂，老大，你不会真的要嫁给顾莫深了吧？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只是留在顾家，报答顾老太太对我的恩情。等过几天顾老太太身体好一点，我就想办法跟那个姓顾的退婚。好,好,好，好，好，退婚。不过老大，你现在待在顾家，那咱们之前制定的计划还要不要执行啊？ 当然，苏家当初害得我妈妈得抑郁症跳楼自杀，还强占我妈妈留下的房产跟公司。这次我回 A 城，就是要拿回我妈妈当初留给我的一切，还有那些欺负过我妈妈的人，我都要让他们付出代价。苏晴就是第一个。老大，我都查好了，明天就是全民音乐会的决赛。之前你一路帮他假唱闯到决赛，这次呢，他更是拿出一百万，请你帮他赢得决赛冠军。 全网都在预测，苏晴就是这一届的总冠军，捧他为歌坛的神呐！吹呀吹，吹呀吹，吹在我的心中，吹在我的心中。神是吗？这次比赛，我就要把他拉下神坛。对了，顾默生最近一直在查那本字。 你去帮我做一件事情，以防万无一失。老大，尽管吩咐。呃，老大，你这张脸不去当明星，真是太可惜了呀！行了，别贫嘴了。你出去看下门，我换身衣服去。是，老大。 离开一会儿应该没什么事吧？哎，我来帮你。哦、谢谢啊。啊。这个石千里，关键时刻人又跑哪儿去了？石千里，石千里，石千里。苏眠的声你这哪儿有什么声音？ 这咱们才离开多久、啊，你就想他了？你,你小子该不会是喜欢上苏眠了吧？是时千里让你来的吧？我拉链没拉上来，过来帮。不好意思，我只是路过，听到声音才进来的，不知道你在换衣服，冒昧了。完了完了，我和顾默生碰到了吧？嗯，没关系。 我只是在换衣服，有点不方便。要不你先出去吧。这是苏眠的衣服，刚才那个声音也跟苏眠一样，不过是我听错了。这位小姐，您认识一个叫苏眠的人？这顾默山怎么还不走？苏、哎、眠呀、啊，不认识。顾先生，如果您没什么事的话，就先请离开吧。这位小姐还真是了解我呀，我可从来都没说过。 顾先生，您在 A 市这么有名，我这一眼认出您，应该也不奇怪吧？是吗？我倒是觉得不止见过一次吧。嗯、刚刚这位小姐不是说需要帮助吗？嗯、我可以帮你。这这样不太好吧？嗯、顾先生，听说您有未婚妻，您、嗯、要是这样，她知道会吃醋的。小姐还真是了解，我，知道我未婚妻的人，哎 憋着死在说话，不累？换个衣服还要戴着面具，毕竟我可是靠脸吃饭，得保持神秘感，不是吗？顾先生，您刚才不是说要帮我？顾墨山，你怎么磨叽半天？闭上眼睛，关门，出去。 顾先生，现在这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难不成你想和我？这要放到你，怎么可能是素？我真是想多了。失礼<爱>了，是我失没想到这个顾陌生还挺纯情的，露个后背就被吓跑了，害我白装那么久。啊，对了，你放心，这件事。哼，顾先生。 请放手。三年前我们去过黄泉。顾先生，我想您是认错人了吧？黄爵没去过。现在你可以放手了吗？可能真的是我认错。我还要换衣服呢，请您出去。<coughs> 啊 顾先生，我的脸可是商业机密。哎哎哎，干什么？让我进去，我们家苏可在里面。再拦着我，我可报警了。哎，顾先生，如果一会儿警察来看到我们两个人这个样子，估计明天我们两个人就上热搜了。放他进来、啊。哎呀，老大，没事吧？哎，不是。 谁让你们进来的呀、啊？这是苏小姐的私人化妆间，请你们立刻出去，否则我叫保安了。石千里，这么激动干嘛？顾先生说他认错了人，我相信这肯定是个误会。刚才是我认错人了，非常抱歉，我先走了。怎么，素有什么问题吗？没觉得这个素和之前那晚的女人很像？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像。那就辛苦你了。 去查一下这个素。比赛结束之前，我要知道他的全部资料。陌生哥哥怎么会从素的房间里出来？苏 <laughs> 小姐这么着急，是找我有什么事情？素，我可是花了高价请你来的。一会儿上台之后，你可要好好给我表现，确保我一定要拿到冠军。苏小姐。 你这是在质疑我的实力，我能让你一路走过决赛，走到今天，这次也一样，拿冠军不是问题。你的实力我当然放心，不然我也不会花一百万让你来帮我假唱。只不过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既然收了我的钱，那就乖乖把嘴闭紧一点。万一我假唱的事情败露，你一分钱也别想拿到。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合作了，苏小姐，我的信誉。 你还不放心吗？能出价一百万的客人不多，我肯定是要长期合作的。放心吧，看在钱的面子上，今晚我一定会让你一夜成名。你知道就好。素、so,，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顾默笙是我的人，你最好不要有任何想法。<laughs> 一分钱都拿不到，还真是有点可惜了。老大。 顾默深说不定开始怀疑你了，那今天的计划……顾默深只是一个意外，今晚计划不变。查的怎么样了？这个素确实有点奇怪。嗯，白纸奇怪就奇怪在这个素在网上很火，但是一点相关资料都找不到，而且今天晚上的音乐会名单中也没有他的名字。哼。 有点意思，我是越来越期待。嗯、苏小姐，您之前参加的比赛都很一般，而这次音乐会的比赛确实出乎了我们大家的意料。请问这次有什么秘诀跟我们分享的吗？我为了接近自己的唱歌水平，付出了不少努力。嗯、如果说一定要有秘诀的话，我觉得是爱的力量。我一直努力练习，就是为了有一天心里的那个人能够多看我一眼。苏小姐。 您说的那个人是顾氏集团的总裁顾默深吗？听说他今天也来到了现场，他是为您专门而来的吗？这是我和默生哥哥之间的私事，抱歉不方便回忆。<呛>看来我这个妹妹是要跟顾默生炒恋情啊。呀、嗯。来 你怎么来了？我自然是听说你这种自恃高冷、日理万机的顾大少，见了未婚妻一次之后，就开始上班迟到了。怎么，对你那个未婚妻一见钟情了、啊？我留在顾家只是为了报答顾老夫人的恩情，等过段时间顾老夫人身体好转了，我就和姓顾的退婚。没有，你这就不地道了。 咱俩从小可是穿一条裤子长大，你心里想什么，我还能不知道吗？那苏棉虽然长得不怎么样吧，但是她那性格一看就是你喜欢的。行了行了，让你查的事情查的怎么样了？昨天黄觉的监控系统遭了袭击，所有的监控视频都不见了。不过我查了当天的客人访客信息，里面确实没有苏小姐的名字。没有？嗯，顾大少，会不会是你多虑了？ 虽然说那天晚上你并没有看清他的长相，但人家也绝非凡品啊，和你那个未婚妻天差地别，怎么可能是他？再说了，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除了这些，我还查到了些什么？哎，我还真查了点蛛丝马迹、啊。这是附近药店的监控视频，拍到的这个女的，穿的女的外套，确实是他。这怎么只有一个背影？嗯 但是我听说啊，那天晚上在九九九包间的客人是一个音乐才女，叫素。而且我收到消息，今天晚上她会参加全民音乐赛决战。素，莫非她才是那晚的女人？准备音乐会的门票，我亲自走一趟。哎，老大，你可算来了。昨天的事情干得不错，没想到。 你真的把皇爵所有的监控都黑了？举手之劳。哎，老大，你在网上的作品被网友评为了歌后，这次绝对可以把苏晴打的落花流水。在外面叫我素。嗯，你今天绝对要让苏晴被封杀。我们走。是他。素，你怎么不进去？看到了不想看的人，我们一会儿再进去吧。哎，那不是你的便宜未婚夫吗？难不成？ 专门为你来了，温生哥哥，你是知道我在这里专门来找我的吗？他才不是因为我来走，我来这里只是找人的。苏二小姐，如果你没有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我们走。大家掌声欢迎苏晴小姐为大家带来原创歌曲《想你时风起》。 如果离别是撤坐在搞什么鬼是他素问干嘛呢怎么还不唱苏晴这是干嘛呢怎么还不唱怎么回事啊音乐都放了怎么还不唱啊这怎么回事怎么还不唱啊如果离别是为了再见一面你唱的是什么呀这是在干什么 苏晴以前也不是这个实力呀、啊，怎么会跑掉呢？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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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等什么？你快唱啊！你可是收了钱的，你要是想整什么幺蛾子的话，你一分钱都拿不到。到时候了十五，师傅啊，这怎么回事啊？ 刚刚我错过的大雨，握、啊、不住的时差，飘过的雨我你把一圈又一圈，我都像是路过你的湖，忍不住落回你眼珠。 凭什么绕不开翻、嗯、不敢的山虽然戴着面具看不清，但感觉一定是个美女。歌声这么好听，人一定长得也很漂亮。这是素，网上最火的神秘歌手素。素，竟然是素！没想到竟然能在这儿看到我的偶像。素，你什么意思？你怎么能出尔反尔？ 苏晴小姐，这台下这么多记者，快,快赶紧录，大新闻！怎么，你要在这儿对我动手啊？你早就计划好的，对不对？从你一开始提出帮我假唱，就是为了等着今天看我出丑，是不是？苏晴小姐，你什么意思？我只是看不惯你假唱欺骗观众，把你收买我替你假唱的事情告诉大家而已。假唱、啊，苏晴之前居然都是假唱、啊，亏我之前还喜欢她，真是瞎了眼了。是，我和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害我？无冤无仇，苏琪，你欠我，我会一点一点向你讨还。让 <laughs> 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苏儿小姐，暗中伤人可不是什么世家小姐该做的事。默笙哥哥，是他，都是他陷害的我。行了。 我又不是傻子，顾总，您来了，什么情况？这是顾氏集团的总裁，这是三角恋吗？这票钱花的值，没想到今天还能看到这样一出戏呢。这种情况，你们打算怎么办？陆青小姐不是跟我说，顾总是她的人吗？ 现在顾总怎么维护起别人来了？难不成是想让我保下苏晴小姐吗？封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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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杀、哎！陌生哥哥，这真是个误会啊！对对对，顾总，这是个误会。刚才设备出了问题，这就是误会啊！哎、对，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跟我说话。呃，这我们顾总从来不会包庇任何人。<对>呃，一人要有一德。苏琴雇人假唱，欺上瞒下，混淆视听。从今往后，无论大小比赛，禁止参赛。 啊、我就这么办吧。哎，那好、啊。老大，这顾默生看似在为你出头，实际上是在保护苏晴，让他进散，并没有封杀。哼，还说不会包庇，苏东明晃晃的维护。你，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以权谋私的狗男人了。撤。啊，默生哥哥，你可千万不要被这个苏给骗了。我不是故意的，我是不是故意跟我对着、这、干、个？我告诉你，我只是看在你姐姐的面子上，我给苏家留份体面，只是让你进散。 如果再有下次，直接封杀。幸好苏晴拦住了顾墨山，他可算做了件好事。这素不是唱歌的吧？是练田径的吧？这一眨眼人就没了。哎，顾墨山，要我说，这人也跑不见了，咱别追了吧，啊？难道他真不是那伙人？ 陌生哥哥，你等等我。苏晴，怎么哪都有你、啊？陌生哥哥，我看你在追溯，我不放心，就跟过来看看。陌生哥哥，你和素是什么关系啊？这,这跟你有关系？哎，陌生哥哥，我家司机有事不能来接我了，你可不可以送我回家啊？大晚上的，我送你回去合适吗？这么大个人不会等车吗？我还有事，先走。陌生。<laughs> 王生哥哥、呃，气死我了！哎，对了，苏眠在哪？苏、啊、眠啊，好像是一大清早出去了，也不知道干嘛。刚才仆人打电话说是到现在还没回来。这、哎、是他第一次来 A 城，大晚上的，你在出什么事情。早干嘛去了？现在知道着急了。嘿 <laughs> 嘿嘿嘿。 没想到这么快就在我给宋眠打电话，她的手机响，难道、啊？你到底是谁？顾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电话响了那么久，为什么不接？是不是只要我接了电话，顾先生以后就不再纠缠了？我只需要苏小姐帮我确认一些事情。 至于我怎么做，看结果我满不满意。<laughs> 老大，你现在在哪儿、啊？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他不是苏。怎么样？不知道顾总对这个结果满不满意？或者说，结果根本就不重要？顾总只是对我这个人更感兴趣。 这一招果然百试百灵。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果然没人。这么晚了，干什么去了？顾莫深，你神经病啊！大半夜不睡觉，坐在这里吓人。你今天去音乐会了？我今天一直戴着面具。 他不可能认得出来，一定是在诈我。稳住，别慌。什么音乐会？你出去喝酒了？对啊，幸好我回来之前专门去喝了几杯。你大半夜的一个人出去喝酒？当然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好多小哥哥。我们喝完酒还出去逛了会儿街，买了几身漂亮衣服。苏敏，你还知不知道你是我的未婚妻？ 跟别的男人出去喝酒，还让他们陪你逛街买衣服。我个人爱好你都要管？当时我们可是说好的，我只是陪你演戏，互不干扰。你别入戏太深，真拿我当你未婚妻了。退婚那是以后的事，只要你一天是我的未婚妻，你就不能和别的男人单独出去见面。卡留一百万，没有秘密。以后出去逛街买衣服只能花我的钱。我只是不想丢顾家的脸。不要白不要，有些人真的是呀。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不让我跟别的男生一起玩，自己偷偷去看苏晴的音乐会。你怎么知道我去了音乐会？苏晴都发微博了，谢谢我亲爱的陌生哥哥过来听我的音乐会，比心比心，看到没有？还专门艾特我，我想不看到都难。这个苏晴，行了行了，在我面前就不用养。 等我们两个退婚之后，你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哎呦，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哎呀，哎奶奶我就是下楼呀，嗯、倒杯水去。哦，奶奶，我我帮你去。不用不用，你们继续，你们继续。嗯嗯嗯，哈哈，奶奶，绵绵他害羞。 要不我先带他回房间。好，我明白。你们去，你们去。看来很快就能抱上孙子了。奶奶还看着呢，别露馅了。<laughs> 现在奶奶不在这儿了，总可以聊退婚的事情了吧？后悔了？现在就算你后悔也来不及了。我,我没有后悔啊。哎，我知道。 我们两个的婚事是两家的事情，我们两个想退婚肯定不是特别简单。不过，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确定一个退婚的时间，然后到了这个期限，我们就互不干扰。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跟我退婚？对啊，我一天都不想多等，还不是想赶紧把位置让出来，好让你的小情人上位吗？行，既然你这么着急退婚，一个月，一个月之后，代表顾家主动退婚，保证不让你为难，行吗？好。 不是你给我退婚这么高兴是哎，当然开心了、啊，毕竟少了一棵歪脖子树，我就可以拥抱整片森林啦。好，我今天就看看到底是哪个眼睛瞎了还能娶你。这么阴晴不定，谁又惹他了？吴陌生，你还没拉钩呢。喂，别姐，快看热搜，你的便宜未婚夫和苏晴的暧昧新闻已经霸占了热搜头条了。是吗、啊？ 今日热搜：故事总裁与女明星苏晴举止亲密，疑似两人从青梅竹马步入婚姻殿堂。咦、哎，有意思啊！让我再给他们加把火，最好他们就此官宣，我就可以提前退婚，开始我的自由生活了。 请问顾总，你和苏晴小姐是什么关系呢？请问顾总对于未婚妻点赞您的亲密照有什么看法呢、哎、不好意思啊，各位记者朋友，我们顾总呢一会儿有商业行程，咱们请勿打扰啊。<laughs> 哎，顾总，哎哎、顾总，顾总，顾,总顾总不是说热搜已经压下去了吗？本来确实已经压下来了，可是你未婚妻点赞是被网友拔出来的，所以现在又上来了一个新资、哎、这个苏眠简直就是胡闹！哎，行了，你冲别人生什么气呀、啊？ 苏眠可能也就是无意间点了个赞，和你传绯闻，那苏晴小姐才是好手段。这次热搜背后全是她的手笔。你的意思是，苏晴在背后搞事？据我调查，这次人家可是花了大价钱砸这个热搜，对<唉>吧？那个苏晴小姐她觊觎你很久了，你不会没发现吧？哈哈，当然啊，您经常忙于工作，没发现也很正常啊。哈哈。 那也总比我们白大少被前女友们给追上，不得不跑到我这里当助理要好。<您>行了，得马上把热搜撤下来。公司马上要上新品了，这个时候爆发花边新闻，太影响公司的形象。我要稳定舆论。啊，遵命。哎，哎，对了，明天是有个慈善拍卖会是吧？嗯，我要带着苏棉参加，你去安排一下。哦、嗯。 高明啊！你这直接亮出苏棉正牌未婚妻的身份，那你和苏晴小姐那些绯闻就不攻自破了呀。可能一个月之后就退婚了。本来不想把她牵扯到公众面前，都是苏晴那个蠢货。喂，那个苏晴吵着要见你，让他进来吧。嗯，你好好站着，做好你助理的工作。<laughs> OK OK，温山哥哥。哎。啊 陌生哥哥，那热搜怎么回事啊？你现在是姐姐名义上的未婚夫，可现在好多人都在骂我，我好害怕啊！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我苏青，我在最后警告你一次，马上发表澄清。你现在的行为已经对我们顾氏的企业形象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陌生哥哥，叫我姐夫。我告诉你啊，再敢对我耍什么手段，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可是我送客，总<科>请吧，苏青小姐。哼。<laughs> 难得回来看看你，棉丫头醒了，快来，快坐。你就是我那个外甥的未婚妻呀、啊，睡到日上三竿才起，让老夫人和我这个长辈在这等你。乡下人就是不规去。奶奶，这位是棉丫头，这位是你二婶，阴阳怪气的老妖婆。奶奶。 对不起啊，起来晚了，这实在是昨天晚上折腾的太累了。面丫头，莫深年轻气壮，昨晚你受累了，回头我好好说说他，让他适可而止。就是奶奶，你可得好好跟他说说。奶奶，您的脾胃虚，不宜吃荤腥的，你要多吃一些清淡的。哎呦，来拿着。 谢谢奶奶、啊你，你怎么把这个镯子给她啊？这个镯子怎么了吗？这可是顾家的传家宝，你就算是要给陌生的媳妇儿，那那也不能是个土包子呀！他和陌生的婚事还不一定呢。啊、奶奶，这个镯子太贵重了，这这这我不能收。奶奶给的，拿着。燕霞，你刚才说的什么话呀？我认定的孙儿媳就只有棉丫头一个人，莫生的妻子。 也只有棉丫头一个人。姑奶奶，你还不知道吧？我表哥和苏二小姐苏晴的恋情都上热搜了。现在网上网友都说苏晴才是我未来的嫂子，不如这个传家宝就留给苏晴吧。是<须>。闭嘴！二婶，奶奶说让你有事没到，怎么今天突然到了？表哥，我们那天是一家子都有事，所以没到。 这不事情一解决，今日就来看奶奶了吗？我们还带了补品了呢。那、啊、现在看完了，可以走了、哎。表哥，就这么着急赶我们走吗？难不成你是害怕奶奶知道了你和苏晴的事？啊、哎？要不我说你就坦白了算了，省得奶奶把传家宝传给这个白眼狼。顾思思是吧？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嫁给顾默深，但是在名义上、嗯、我还是他的未婚妻。按辈分呢，你还应该叫我一声表嫂。 呸！你也配！你不过就是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而已，凭什么要我叫你嫂子？在我心中，嫂子只有一个，就是苏晴。她居然敢打我！我这是一巴掌把你脑子里面的水给你扇出来。我说脑子有水。妈，你看他，土包子，你下狠手啊！我神，你就这么看着这个土包子欺负你妹妹？不好意思，二婶，刚才您自己也说了，我未婚妻呢？ 在乡下待着无拘无束惯了，难免会有些脾气暴躁。但是，这嫂子教训教训口无遮拦的妹妹也挺好，免得你自己动手。妈，你就看着这两个小辈欺到我这个长辈头上了。你还知道自己是长辈？你这个闺女也没有教养，也没有一点礼数。你自己想想，这个长辈应该怎么当？我管家送客。妈，二夫人，请。哎 跪下，跪下唉！奶奶，这件事情我可以解释啊，您别生气啊，气坏了身子呢。哎，棉丫头，我没想到你刚来顾家就受委屈，你不用跪。可不是我不你跪啊，是奶奶不让。莫深<山>，嗯，网上你和苏晴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今天必须给棉丫头解释清楚。奶奶，那网上那些都是传的绯闻，都解决完了。无风不起浪。 你要记住，恪守本分。孙媳妇，我只认绵丫头一个。我记住了，你放心吧，奶奶。明天我就带着绵绵去参加慈善拍卖会，我当众公布她是我未婚妻。这还差不多。起来吧，你带绵绵去好好挑一件礼服。你要敢亏待她，<coughs> 我饶不了你。奶奶，我今天回来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奶奶，这。 这也太夸张了吧，免丫头，你是我认定的孙媳妇，是未来顾家的女主人，这点排场啊还是要有的。我，这都都是给你挑的。不 <laughs> 是说好了一个月后就退婚吗？我才不要陪你去公开场合露面。最近绯闻对钱影响太大，我当然需要未婚妻帮我找。你。 你真的呀？我我凭什么陪你啊？这热搜大爆，有你点赞的事吧？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不是助力你和苏晴吗？你们俩官宣，这不皆大欢喜吗？我跟他我俩什么关系都没有啊！嗯，好没关系，没关系。哎，不过这些送给我，不要少我们退婚了，不会让我还回来。放心吧，送你的。哎，走走走走走。 嗯嗯，都、嗯嗯、不喜欢、啊。哎，怎么被本小姐迷住了？要不是怕你爱上我，没有揭掉我的雀斑，不然本小姐直接闪瞎你的狗眼。就这件吧。 哎，这不好吧？这是奶奶给你的，先收着吧。般配。苏晴不愧是大明星啊，这气质简直就是全场最亮的星。看到前天的热搜了吗？苏晴这样的大美人和顾总那样的天之骄子，多配啊！是啊，是啊。晴啊在我心中，你才是我的嫂子。等那个苏眠一到，你肯定能把她比下去的，是吗？我只希望陌生哥哥能多看我一眼。 哇，这是哪家千金啊？好漂亮啊！这不是苏眠那个乡下来的土丫头吗？还真是人靠衣装啊！这看起来她的气质比苏晴还要好。苏眠这个土包子，敢抢我的风头，看我不把你赶出去！哎，我的耳环怎么不见了？这可、个、是名贵的珠宝，价值连城啊！啊！我刚看到了，她把蓝宝石耳环塞进她的帆布包里。是你偷了我的耳环！ 是你偷了我的耳环，姐姐，你怎么能做出偷盗这种丑事呢？你们这又是闹哪一出？啊？我看到了，你偷了思思姐的蓝宝石耳环。姐姐，那对耳环很贵重的，你可不可以还给思思？我在这里，我没有见过什么耳环。说谎，我都看到了。果然乡下来的土包子，手脚就是不干净。原来是乡下来的，难怪手脚这么不干净。穷人就是没见过世面，看见什么好东西都想偷。大家别骂我姐姐了。 我姐姐之前在乡下没见过这样的珠宝，可能是太喜欢了。这样吧，那对耳环我替姐姐赔给思思。打住！我都说了我没见过什么耳环，我用你在这假惺惺干嘛？果然是乡下来的，没教养。苏青小姐人美心善，要帮你，你还不领情，真是不知好歹的野丫头。这么浓的一股绿茶味儿，你们都没闻到啊？姐姐。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我好心好意帮你呢，你赶紧把那对耳环还给思思吧。你要是再这样狡辩下去，我想猫都帮不了你了。你一个乡下来的穷鬼，也不知道怎么混进上等场所的，长得还挺漂亮，不知道是抱了哪个金主的大腿吧？你们说我偷东西，有证据吗？证据都没有，就在这空口无凭的污蔑我。那看来你们各位的教养也不怎么样。证据。 搜一下不就知道了？来人，给她搜身。对，搜身，嘿嘿，搜身。我正好看看这个妹妹的身材怎么样。哼，苏念，只要搜身，就算找不到耳环，你也会在整个上流圈丢尽我看谁敢，还敢嘴硬？保安，你给按住，搜身我。我看谁敢动她！我看谁敢动她！ 顾总，这个女人偷了顾思思小姐的蓝宝石耳环。嗯，顾总，他们平白无故污蔑我是小偷，你会为我担保的吧？我现在还代表着顾氏的颜面，好好跟我说话，别发条。她不会偷东西的，我以我顾氏的名义给她做担保。我生哥哥居然帮着她，这个女人什么来头？ 顾总竟然以顾氏的名声替他做担保。顾总，顾思思说她的宝石耳环丢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搜一下她的包，证明一下，免得贼喊捉贼怎么办？我说什么？顾思思小姐，你这么害怕干什么？我们只不过是搜一下你的包，证明一下耳环不在里面而已。啊、姐姐，顾思思是顾氏的千金。 你这样搜人家的包，让人丢脸不好吧？啊，原来小姐搜一下包都不行，像我这样的穷人还得搜身呢。啊、妹妹，你刚才怎么都不出言维护我？我绿茶谁不会？我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不能搜我的包。 呀，这个不就是你的保证？原来是顾思思自导自演，真新奇。顾思思和苏晴要好，肯定是苏晴指使的，诬陷、啊、亲姐姐。这，不是的，不是的，这件事情我毫不知情。这这其中肯定有误会，对，是误会。我刚才把首饰放到包里，可能忘记了。既然是误会的 那你现在跟你嫂子道歉吧，表哥，我怎么能给一个乡下人道歉呢？顾思思，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了什么算盘。如果你还想继续姓顾的话，现在立刻给你嫂子道歉。对不起，索尔小姐，姐姐，对不起啊，是我误会了，姐姐可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这次道歉就算了，苏晴，以后人这么低级的误会就不要再犯了。哼、嗯，嗯、苏明，害我丢人，你给我等着。苏晴小姐的竞拍，有人要出价吗？刚看到她串通诬陷姐姐，才不要拍她的东西。就是，蛇蝎心肠。苏明有雀斑都比她好看。 苏晴小姐藏品流拍，我们请出下一个。苏念，这一切都是你害的。姐姐今天准备拍什么？第一次来这种场合，姐姐不会没有准备藏品吧？关你什么事儿？咸吃萝卜淡操心。我这不是关心姐姐吗？毕竟这可是慈善拍卖会，你要是拿不出东西，万一被人家嘲笑没有爱心怎么办？我最近有没带出东西，不如我先帮着。谁说我拿不出东西？ 有我的表，不要，这表一看就很贵，以后还要退我，我可不想欠太多人情。我要竞拍这个帆布包。我要竞拍这个帆布包。你，哎呀，姐姐就拍这个东西啊，也不怕给陌生哥哥丢脸。你又要干什么？苏小姐的竞品是一个帆布包，有出价的吗？一个破帆布包。 有什么价值可拍的？这破袋子就是扔垃圾堆都没人要。姐姐，你要是实在拿不出东西，你可以为妹妹借一个首饰啊，又何必让魔神哥在这丢人呢？如果没有竞拍的话，这件藏品已经我出八千万。嗯、出八千万！金大师，这个帆布袋子哪里值八千万啊？袋子不值钱，值钱的是上面的彩绘，那可是印象派大师文森的作品这怎么可能？ 文森大师恃才傲物，从不轻易出作品，怎么可能在一个帆布包上留下作品啊？我研究文森大师的作品数十年，绝不可能出错。那独特的彩绘，恐怕这世界上仅此一件。一个亿，一亿五千万，两个亿，两亿五千万，三个亿，还是有懂行、啊、的，差不多。文森的这件作品估价也就是两亿八千万。又过人倒霉了。 一个帆布包怎么值得了这么多？也不怕玩脱了下不来台？五个亿，五个亿。那价这么严重，哥们，你真这么喜欢文森的作品吗？放心吧，你是我的未婚妻，我不会让你下不来台。啊？不是，文森哥哥，那就只是一个帆布包而已，你为什么要花五个亿拿下它？我为我的未婚妻藏品花一点钱。 有什么问题呢、啊、吗？什么？她是顾总的未婚妻，怪不得愿意花五个亿拍下这个帆布包。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啊！嗯、给大家郑重的介绍一下，这是我顾默生的正牌未婚妻，<哇>苏眠小姐，也是顾氏未来的女主人。仔细看的我。 我是还是挺有魅力的，好甜啊！顾总好有安全感啊！苏小姐脖子上戴的是什么样的珠宝？我也好想有个同款啊！我也想得到今天的恋爱。就是就是，这一秒我好想魂穿苏明啊！好像是顾氏集团最新推出的系列，我也要买。拍什么拍？有什么好拍的？都别拍了。那个拍卖会的事情，虽然你不帮我，我自己也能解决。不过。 还是谢谢你。啊。那你打算怎么谢我？不愧是光靠动动嘴。我今天可是一掷千金。那你想怎样？我可是只卖艺不卖身的。不是我说，你这一天脑子里想的都想的是一些什么事儿？怎么全是一些少儿不宜的事情？我这不是怕你兽性大发不挑食吗？我，你，你。哎呀，我连这场拍卖会两天都没睡觉了。 回去还得应付奶奶，让我休息一会儿。仅此一次，看在你花了五个亿的份上，花五个亿能够博你一笑，花的值。弄心个鬼啊！别忘了你俩在演戏呢。苏眠，你清醒一点。啊、顾总到家了。嘘，让他再多睡一会儿，他这两天辛苦了。啊，苏小姐，今天晚上拍卖会是顾总举办的，最后钱还是回到顾总的手里。对啊。 我怎么忘了？这钱最后都到顾墨深的口袋里了。我说他今天怎么出手这么大方？合着他这是一分钱都没花、啊？他已经到家了，我得赶紧去照顾奶奶。原来你没有睡着，你耍我！顾墨深，这个货必须得踹！不是我说你，下次能不能轻点？都出血了、啊！你下次要是再敢耍我，就不是咬你一口这么简单了。 哼。哎呦，我的孙子孙媳回来了，奶奶。哎、两面派。今天莫深的表现让你满意不满意呀、啊？当然满意，嗯、奶奶你放心，莫深啊对我很好的。啊、奶奶你就放心吧，谁敢对他不好？那就好，那就好。 奶奶，我有点累了，我先去洗漱了。好，好。莫生，今天专门给你炖了药膳，平时你工作挺劳累的，补一补。这……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年轻人就是太保守了，这样下去我得什么时候才能抱上重孙呢？别怪奶奶，我只是帮你们一把。 奶奶居然在药膳里给我下药！啊！顾莫深，你出去！我我我，这不是这不是我房间吗？嗯。我的天，怎么又走错了？我都要怀疑我自己是故意的了。你，谁让两个房间挨得这么近啊？而且这装修的这么像，是你们顾家的装修有问题。 我深，绵绵、啊，看来药膳有效果了，我就等着抱重孙子了。哈哈，我起开！期待。 这，你被下药了。嗯，苏眠，你干什么？啊啊！你还想占我便宜？虽然你今天晚上的表现很让人心动，但是我必须尽快退婚，不能有那么多牵扯。 我爱帅哥，但是我更爱自由。真是可惜了你这张和我胃口的帅脸。绵绵、嗯，昨天晚上我身表现的怎么样啊？你满意吗？什么表现？还害羞了？奶奶都听到了。地板真硬。哦，<laughs> 你还占我便宜。哦、<laughs> 啊。 奶奶，谢谢你，很满意。不过以后这些事情您就别操心了。谢好啊，居然联合奶奶给我下药，挺有心机啊。连奶奶都能拉我上。你肩膀上长脑子，就是为了凑身高啊。你这脑子不会用可以捐掉，我有什么理由给你下药？借我不算理由吗？ 我觊觎你，你这从上到下也就眼能看，还有什么能吸引我的？我再说了，你这天天熬夜工作，说不定身体啊早就垮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我们两个不合适。啊、欲擒故纵，其实你早就藏不住你的狐狸尾巴了，对吧？ 顾默山，你干嘛？你脸上的这些斑点是假的吧？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比你更希望我脸上的斑点是假的。烦死了，顾默深，你一大清早的神经病啊！居然擦不掉，难道是我昨天晚上中毒幻了这可是我用特殊药水制作的，怎么可能蹭得掉？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昨晚都晕成什么样了？ 这就是你用针扎我，把我踹下床的理由。不然呢？我跟你演个戏，还得跟你现身呢。哎、啊。喂。绵绵，你都回来多久了？也不回来看看爸爸。今天你回家一趟，爸爸有事要和你说。不好意思，你打错人了。我爸早就翘辫子了。怎么跟你爸说话呢？这么久不回家一趟，像什么话？你有病吧？凤凰男跟小三的家，你少在这恶心我吧。秘密，那我就直说了。 家里有些你妈妈的遗物，既然你不要的话，你别动我妈东西。我回来。哎，干嘛去、啊？早饭没吃吗？回苏家。这么生气、啊？难道是我真的误会他了？苏念正，我还没死，你就带着小三登堂入室。当初那些承诺，你是忘了是吗？ 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啊、哎！臭娘们，那些只是当初哄你的甜言蜜语罢了，你还真当真了、啊？趁早给我滚出去！妈妈，你醒醒，妈妈,妈，妈妈。苏念长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爸爸。 苏眠仗着陌生哥哥未婚妻的身份，处处欺负我。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把这份婚约抢过来。放心吧，好好好，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你什么意思？夸你呢？你真是女承母业，跟你那个做小三的妈一样，天天觊觎着别人的未婚夫。你敢骂我？ 我的宝贝女儿，这是我家，你竟敢打我！打你就打你了，还要挑时间吗？再说了，打你还嫌脏了我的手呢。妈，你敢嫌弃我们家晴晴？想当初你在那个破山沟，也不知道是怎么活下来，说不定呀是被哪个野男人解去，哼，做小媳妇了吧？这件事你不说，我都忘了。当初要不是我外公找到我。 恐怕我早就在山里面喂狼了。这么多年，我不想跟你们计较。现在看来，报仇也为时不晚。你，要是顾少知道你没了清白，他还会要你吗？就是，到时候看你还有谁做依靠。说呀、啊，把你当初把我遗弃在大山里的事情说出来，让我算算，谋杀儿童够判几年的？蠢货，你给我闭嘴！ 你这个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当初就该让你和你那个妈一样，跟我妈一样。你这话什么意思？够了！不要以为你是顾墨笙的未婚妻就可以无法无天，请注意你对长辈说话的态度。我什么态度？我现在没心情在这里跟你们扮演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赶紧把我妈的遗物交出来！哼，想要你母亲的遗物？ 那就摆正你的态度，先给你妹妹跪下来道歉，然后把你的婚约交给你妹妹，我就可以考虑把你母亲的遗物给你。死丫头，想要你母亲的遗物可以，你呀、啊、就乖乖的按照我们说的做，跪下，磕头道歉。你们在做什么梦呢？我妈视我为掌上明珠，绝对不会愿意向你们这群垃圾低头。你，你敢骂我们？ 你休想得到你母亲的遗物！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这么嚣张，是想用顾家来压我吗？我劝你仔细想想，顾默生对你能有几分感情？和我苏家交好？他 <laughs> 连陪你回家都不愿意。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退出婚约，然后跪下来给你妹妹道歉，你就可以把你母亲的遗物拿走。不然的话。 我就砸了他！你敢！现在就跪下来道歉！你，好，我跪。嗯、让我顾莫深的夫人笑。跪，她是受不起。 还没看过吗？嗯、你叫我未婚妻下跪、啊。啊，顾总，绵绵啊和他爸爸有些误会，只是吓唬吓唬他而、啊、已。陌生哥哥，姐姐回来就直接打了我一巴掌，而且还当众辱骂长辈。我爸也是实在看不下去了，才想着教训他一下。有你说话的份？陌生哥哥，叫我姐夫苏儿小姐。如果听不懂人话。 我找专人来教你。我行了，我们是做事向来手段狠的，别找着他，凭什么？凭什么苏眠可以例外，可以被那样保护，那样的待遇应该给我才对。我再警告一下苏棉，你叫苏眠下跪，等于打我的脸，不如你直接冲我来。只要你敢，不敢，不敢，把我妈的遗物给我。你，嗯。<laughs> 你这样你霸占我妈留给我的房子，还有我妈妈留给我的公司，这些我都会一点一点的向你讨回来的。好。我，姐夫，你和姐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留下来吃顿饭吧。不必了，外面太危险，我来接我未婚妻回家。别 老公，这可怎么办？把这个死丫头叫回来，是让她把这个婚约让给晴晴。这下可好，还得罪了顾总。怕什么？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能掀起什么风浪？爸，一个苏明当然掀不起什么风浪。但是看今天莫生哥哥这个态，像是被苏明那个野丫头给迷住了一样。你说，他该不会帮苏棉对付咱们家吧？这你们就不用担心了。 顾默深之所以今天为苏眠出头，那是因为苏眠是他的未婚妻。如果让我们家秦晴成为顾默的未婚妻，我相信啊，那个臭丫头，顾总看都不会多看一眼。但是爸，我担心他们担心什么？为父自有办法。<laughs> 你需要我来帮忙吗？你很闲吗？ 我是刚帮完，怎么搞吕洞宾了？顾墨深，你再敢说我是狗，信不信我咬你？去哪儿啊？回家。嗯。操！好的父亲，非得是富谁演出外公，网上的热搜你都看见了吧？看见了，看见了。我深这小子我没看错。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宣布你是他的未婚妻，你外公我的眼光果然没错。那外公，我的银行卡，别动，立刻给你恢复，不够再问外公要。好，谢谢外公，我这等一会儿还要去跟顾陌生约会呢，先不跟你聊了、啊啊。好，好，好，赶紧去约会吧，去吧，去吧。Yes，外公，你非逼着我跟顾陌生结婚，我骗你一次，我们两个人就算扯平了吧。时间里，我。嗯嗯。嗯 你来我房间干嘛？那个，之前那个事儿，我已经和奶奶核实过了，是我，是我误会你了。你说什么？信不信？我说，我为我误会你的事情，跟你道歉，对不起，原谅你了。真的？真的，快出去吧。那你都原谅我，你就没有什么事情想对我说吗？说什么？嗯 没关系。什么呀？<coughs> 你之前不是说过你要夺回一切吗？如果没有人帮你的话，你可以考虑考虑我。哦，这事儿啊，不用了，我已经想好对策了。你没什么事儿就 <coughs> 赶紧走吧哎。哎，不是，不用我啊。等等不用不不，真不用。不用、哎，你考虑一下，这这真不用吗？不用。哎哎。哎哎 以前叫人家亲爱的，现在叫顾总，找子！一个大男人，啰里吧嗦的。老大，你这艳福不浅。依我男人的第六感判断，顾默、哎、<呀>山很可能已经对你情根深种、哎。闭嘴！男人是没有第六感的。说正事，我让你查的事怎么样了？老大，刚收到新的消息，苏念章决定、啊、调动整个苏氏集团的资金投资房地产项目。 而西郊拍卖应该是他的目标，就在三日后的中夏拍卖举行。好的，我知道了。这次我势在必得。等下宴会开始，就按照计划行事，不要让苏念章拍下一块地皮。OK。顾墨深怎么来了？莫山，你也来了。 陆氏集团从来不涉及地产商业，怎么会突然来参加这场拍卖会那么？难不成真的是为苏眠来的？不可能，一定是巧合。各位买家朋友，大家好，本场拍卖会共拍卖八块地，四块商业用地以及四宗住宅用地。现在开始拍卖住宅用地 A 区，起拍价五千万，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一千万。现在开始加价，六千万，八千万，九千万。 一亿五千万，看来苏总对这块地也是势在必得呀。苏总一亿五千万一次。老、嗯、爸，我们拍还是不拍啊？两个亿。哎，好。苏总出价一亿五千万两次。在场还有要加价的吗？五个亿。嗯、五个亿。莫深、嗯嗯、啊，你从没接触过房地产，对市场不是很了解。 这块地，最多也就值四亿。嗯，以后拍卖还是需要谨慎的。有什么不懂的、啊、可以问我。没办法呀，我这也是为了给人赔罪。至于钱的事儿，就不劳烦您费心了。你要是实在想要的话，拍点别的地吧。这块地就算开发之后，最多也就是五亿、嗯，再往上加价就亏了。顾氏、嗯、集团有的是钱，不在乎这点钱。 苏氏集团可不能为了一时之气。既然莫深想要，我这个做岳父的，全当是送给你了。我不拍恭喜顾总以五个亿的价格拍下住宅用地 A 区。下面我们开始拍卖商业用地 B 区。这块地不仅地理位置好，周围交通便利，起拍价二十亿。这块地必须拿下。 二十二亿，二十五亿，三十亿，这次拍再等等看。四十亿，恭喜顾总以四十亿的价格拍下商业用地 B 区。八十亿，一百，下面我们开始拍卖最后一块地。三百亿，三百亿，莫神想干什么？莫神。 你已经一口气拍下了七块房地产，这最后一块地我不能再让三百五十亿，四百亿，四百亿，四百亿。这不是那个苏神妹么会出现在这儿？这又是拿不出来的？盛世集团出价四百亿一次，四百二十亿，跟，四百二十一亿，四百三十亿。 四百三十一亿，这上市集团之前在 A 城从来没听说过。不管了，今天这块地我必须买下。八百亿，哼，<laughs> 我们起了恭喜你啊，苏总，这块地你的了。 这块商业用地打造出来的价值最多也就五百亿，苏念章花八百亿拿下，这不是冤大头吗？就是，你说这苏念章今天是不是气运不好？他这好不容易拍下一块地，到最后还血亏。嗯、我看你是恶意提价，你耍我的是吧？嗯，哼、嗯、哼。<laughs> <laughs> 以后拍卖这种事情。 还是要谨慎一些，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随时问我。嗯，我这戴着口罩，顾默生不会还能认出我吧、哎？吓死我了！幸好我跑得够快，步伐频率还是挺快，的，就是腿短。嗯。嗯 这位先生，你认错人了吧？好久不见，未婚妻。啊呀，顾先生，好巧啊，在这儿碰到你了。<laughs> 我这未婚妻还有这种屁好？爸爸 <laughs>，假扮成清洁工到这儿来干嘛？ 不是苏念章今天在这儿吗？啊、我就想着过来凑个热闹，谁知道根本就没有资格进来，就只好应聘这里的清洁工了。啊、凑热闹？你不是一直想对付苏念章吗？怎么想把地拖干净点，好摔死他？我哎，对呀、啊，虽然概率很小，嗯、<哼>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吧？嗯。 任务做完了，走吧。哎，我说顾默深今天怎么在这儿、啊？原来都是因为你，啊。苏眠。看来这一切都是你一手策划。我可没有这么大的本事谋划。我看呀，就是你平时坏事做多了，遭报应了吧？苏眠，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爹呢，你敢这么跟你老子说话？别在这儿给我提什么你是我父亲。啊 我都觉得恶心。你你,你，看来今天不好好教训你，要翻天了。苏连章，当 <coughs> <coughs> 着我的面对我未婚妻动手，你这是在打我脸。顾总，我管教自己的女儿是应该，跟你没关系吧？我只知道她现在是我的未婚妻，她只要是我一天未婚妻，任何。 苏眠不能留，顾墨深也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刀，一个一个骑在我头上，那就别怪我无情无义。来，我要跟你合作，做掉苏眠，扳倒顾墨深。好，还愣着干嘛？上车。 嗯、顾默深，你是开车去了趟废品回收站吗？啊！我看你还怎么坐后嗯，我这间车借白夜开了几天，也不知道给我塞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坐副驾呗。嗯 嗯嗯，我去，这谁又说我坏话？你手里拿的什么？哎呀，我拿了点药。奇怪，我这也不发烧呀，怎么一直打喷嚏、哎？我去，哎，呀我问你件事。你说，你谈过正经恋爱？正经恋爱倒是没谈过。 不过我女朋友可多了去啊，嗯，我可是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嘿嘿，这就挺好。哎呀，可千万别谈什么正经恋爱啊！不是，郭茂、嗯、山你怎么满面桃花的？你中邪了你？你有时候啊，是真挺羡慕你的，活了二十八年，连个正经恋爱都没谈。你。 你不是不管，<coughs> 我不管你是谁啊！你赶紧从顾莫神身上下来！<coughs> 哎，这味儿就对了，熟悉的感觉又回去了。去帮你摆好啊。啊，对了，你知道如果要给女孩道歉的话，我要送什么礼物可以表现得有诚意一点？送女生礼物？嗯。哦，你是送你那个小娇妻？ 莫、啊、生哥哥要给苏明那个野丫头送礼物，那你那个夜情的对象你就不找了？你可是找她找了那么久，夜情对象，哎，那就是一个意外。再说那天晚上监控画面就拍到了一个背影，想找到她犹如大海捞针。我现在只想在苏眠好好的。没有那这么说是不是就？ 晴晴、啊，爸爸已经查到了，半个月前在皇爵酒店，顾默笙被人追杀，有一个女孩救了他，他们俩发生了关系。顾默笙一直在找这个女孩，看来还真有这事，只是不会出什么差吧？万一那个女人要是突然出现，放心吧，顾默笙找了她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找见，那就说明了那个女孩根本不想让他找见。这后面的事情啊。 你就按照爸爸安排的计划去做，到时候厉石朗会配合你。这件多少钱？哟，这不是我那个从乡下来的土包子姐姐吗？怎么被陌生哥哥嫌弃了？还想着打扮自己？哎，我就说我怎么这么想吐，原来是这里有一个让人恶心的人，真是影响人心情。苏敏。 我知道你牙尖嘴利，但我还是想要提醒你，气质这个东西呢，是由内而外。不管你再怎么打扮自己，山鸡也不可能变成凤凰，你永远都是那个上不得台面的土包子。我今天呢，不想跟你纠缠。<laughs> 你要是不想吃巴掌的话，现在就给我滚出去。这件帮我包起来。苏宁，啊，你知道这里的衣服都多少钱吗？ 你一个一穷二白的土包子，连这里的一双袜子都买不起。哼，这件衣服我买了，帮我丢到外面的垃圾桶苏晴，你今天就是过来给我找茬的是吧？天哪，这可是 V V I P 金卡。啊，这位小姐，您是本店尊贵的大客户，您还有什么吩咐？这个穷三鬼冲撞了本小姐。 让他给我跪下道歉，否则你们这家店我以后再也不会来。这位小姐，因为您影响到我们尊贵的客户的购物心情，所以请您出去。你这翻脸真是比翻书还快，不就是钱吗？嗯、苏小姐，欺人太甚了。厉总，您怎么来了？这位小姐，我是本店的店长。 很抱歉给您带来了不好的购物体验，这又是哪儿冒出来的？我怎么不记得？我还认识这么一号人？物。结钱走人吧，我们店不需要像你这样踩低拜高的人。厉总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赶出去！顾客就是上帝，你是店长是吧？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们家 V V I P 客户的，信不信我一句话就可以让你们家倒闭？V V I P 又怎样？本店宁愿倒闭，也不欢迎你这样恶毒的用户。你滚！好，你们给我等着。<好>苏敏，你就等着落入我们的圈套吧。抱歉女士，您还好吗？没关系。哎、啊，呃、没事吧？啊 第一次见面，请请您自重。不好意思，啊，在下姓厉，我只是看您脸色有点苍白，看起来您身体不太舒服，要不我送您去医院吧？谢谢，不用，我还有事先走了。啊、这女人警惕性还真是高啊！厉总，错位拥抱的照片已经拍好了。嗯，把照片放到网上，闹得越大越好，好就当是我送给他的见面礼。<coughs> 你说什么？我怀孕了？没错，已经怀孕四周了。医生，你这是不是弄错了？我明明吃了避孕药，我怎么可能怀孕？避孕药呢，也不是绝对的，还是有怀孕的可能。这个孩子来的太意外了，我还得退婚呢。漂亮姐姐，漂亮姐姐，你有看到我的纸飞机吗？<laughs> 小朋友，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我在等爸爸妈妈，妈妈怀了小宝宝，带宝宝做检查。漂亮姐姐，你也怀了小宝宝吗？我。你很幸运哦，你选择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妈妈。小宝宝现在是听不到的，听得到的。小宝宝自己选择的妈妈会努力听到的。宝宝，来，我们回家吧。嗯。选择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选择的。喂，我有件事情想要告诉你。好，oh. 毕竟是顾莫生的孩子，还是有必要告诉他一下的。嗯、<laughs> 顾莫生，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好，oh. 我在办公室等你。 你怎么又来了？这是我的私人办公室，请你出去。莫生哥哥，你放心，我说完一件事情我就走。有事快说。我知道你已经和姐姐订婚了，但是自从皇爵酒店那一晚之后，嗯，我我心里就一直放不下你。你说什么？皇爵酒店那晚的人是你？是我。我原以为你会记得我，谁知道你竟然和姐姐订婚了。我虽然喜欢你。 但是我也不能和姐姐抢，我今天过来就是跟你表白心意的。<coughs> 先前还以为顾默笙是什么值得托付的人，现在看来是我看错了。孩子，既然你父亲不靠谱的话，那妈妈就自己养你。哎，苏眠小姐，你怎么在这？你找默啊 <coughs> 陌生哥哥，苏眠，我跟他不是你想的那样。苏晴，你怎么在他办公室？你俩在办公室里干了什么？你们两个人在干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么>姐姐，你千万别误会，我和陌生哥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误会？你大白天眼巴巴的跑到别人未婚夫的办公室，还搂搂抱抱，<laughs> 你说这是误会？你当我眼瞎？<laughs> 莫生哥哥，你赶紧和姐姐解释一下，啊、我不是她想的那样的。闭嘴，苏眠。好了，我不关心你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哎，苏眠小姐，这真的有可能是误会，我觉得还是说清楚比较好。是吗？误会？好，顾莫深，我给你一个机会，你身为我的未婚夫，<你>大白天跟其他女人搂搂抱抱，到底是什么误会？我，我还没有查清楚，苏晴到底是不是那位的女人。现在把事情告诉苏眠。 只会更乱。今天,今天的事情，<不>我以后也会再跟你讲。算了，我也没有兴趣听。苏眠，<是>你刚才说有事找我，什么事？没什么，我发神经。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没什么，我好人做好事，捡了些垃圾，准备丢掉。苏眠。 苏明，华生哥哥，我们之间就这样算了吗？你们之间又怎么了？说说。你要是再多嘴，我就把你的地址告诉你前女友们。别别别别，我马上去工作，我爱工作，工作爱我啊，走喽。还有你，苏姐，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会补偿你。但是我有未婚妻，请你自重，好吗？ 没关系，只要我喜欢陌生哥哥就可以。松开！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请回吧。<laughs> 苏小姐，全拍下来了。很好，把这照片发给苏眠。是。只要让陌生哥哥相信我的事听我的魅力，一定能让陌生哥哥喜欢上我。喂，厉总。 我这边已经成功让苏棉误会，你那边可要抓紧和苏棉拉近距离了。还说跟苏晴没什么关系，骗鬼呢！喂，苏小姐，我们热搜的事给您添麻烦了，因为我想请苏小姐喝杯茶，不知道您肯不肯赏脸？好啊，厉总。 明晚我一定陪您喝茶。你们一会儿进包厢之后，就去找里面的人喝酒。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把他给我灌醉。事成之后，这些钱就都是你的。放心，逼人喝酒这件事儿，哥几个熟。哎 <laughs>、啊，你们是谁？哼，占了我们的宝剑。 还问我们是谁？这是我的包间，出去。我说这包间是我的，可就是。哦，是来挑事儿的呀。嗯，我今天不想跟你们掰扯，你们想要就让给你们喽。走什么走啊？你们要干什么、啊啊？干什么？看见我手里这酒了吗？你今天要是喝不完，那你就别想走。<laughs> 我今天不想人你们赶紧给我滚。啊，这女人还挺横、啊。 你们俩给我按住他，好，我灌死他了！哎呀！废物，一群垃圾！姐姐，哦，这些人是你找过来的吧？跟你一样，都是垃圾。你，我告诉你，顾陌生夫人的位置一定是我的，你休想跟我抢！哦。 是吗？可是我现在才是顾默笙的未婚妻，而你只是一个寄予别人未婚夫的第三者，跟你那个上不得台面的妈一样。你干嘛？还想动手打我？你打得过我吗？别不自量力了。你就算是霸占着默笙哥哥未婚妻的位置，那又怎么样？他不过是利用你哄好奶奶，竞争董事长的位置。等他当上董事长之后，你就会被扫地出门了。 你刚才说有事找我，什么事、啊？没什么，我发神经。苏眠找我，一定有事。白夜，去查一下苏眠现在在哪里。怎么想追妻了？好，好，好，马上查。喂，帮我查一下苏眠在哪。啊？怎么了？嗯，你未婚妻约了厉师朗在查房。什么？ 好样的！我倒要看看他们在查房到底在干什么。等他当上董事长之后，你就会被扫地出门了。我会不会被扫地出门不知道，但是你肯定进不了顾家的门，因为顾家不是垃圾回收站。你、啊、你干什么？你放开我！你刚刚不是很猖狂吗？继续打呀！苏念，你放开我！ 苏晴这个女人肯定失手了，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警告你，今天我不想打人，下次就不一定了。哎，这是我的保剑，苏晴小姐怎么在这里？这是我的保剑，苏晴小姐怎么会在这里？怎么，厉上是不欢迎吗？欢迎，当然欢迎。不过这些人是……哎哎、这些人当然是苏小姐请来陪我喝酒的，苏小姐。 你看，你的人都已经倒了一地了，还是让他们赶紧出去吧。起来，滚出去！苏眠 <laughs>，咱们走着瞧。哎，走路小心点，别撞门上了。<laughs> 你，对不起，我来晚了，让您遇到这些事情，实在抱歉。这又不关你的事，是苏晴故意挑事、呃。苏小姐，你没事吧？ 我没事，最近怎么总是头晕？难道是怀孕的缘故？苏小姐，我还是扶您先出去吧。多谢。莫、啊、生哥哥，你怎么来了？姐姐不在这里。哎，莫生哥哥，这包厢里面没人，你就别进去了。看来苏棉果然在里面。啊不不不，莫生哥哥，姐姐不在，你千万别进去。让开，苏棉。 让开，苏棉姐姐，我已经尽力在帮你打掩护了。苏眠，这种情况你是不是应该向我解释一下？解释？你跟别人搂搂抱抱的时候也没跟我解释啊？你什么时候跟厉时郎混在一起的？哎，顾总，我只是因为前段时间和苏眠小姐热搜照片的事，所以这次特意请她出来喝杯茶致歉而已。 你不要多想，我在和他说话，关你什么事儿啊？哎呀，牧师哥哥，你别生气，姐姐出来 A 城想结交些朋友，这是正常的。苏敏，过来。凭什么？凭我是你未婚夫。未婚夫？我可没有跟别人拉拉扯扯、搂搂抱抱的未婚夫。我和苏晴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之前跟你说过，我后来会向你解释的。苏小姐，既然顾总今天不方便解释，那我们也不好为难他。 毕竟这每个人嘛，都有自己的小秘密。是啊，姐姐，我和陌生哥哥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你可千万不要因为我责怪他呀！你少在这儿恶心我，信不信我打你？陌生哥哥，哦，算了，反正也快退婚了。顾总，以后你就各玩各的，互不干扰。再见。站住！谁说要跟你互不干扰？再见。再见站住！ 谁说了要跟你互不干涉？跟我走。干什么？放开！陌生哥哥。不走，滚！啊！你放我下来！莫生，你放我下来！苏敏，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我闹什么了？苏敏，我警告你，你别跟那个厉十郎走太近，他这个人居心叵测，你不知道吗？那你怎么不离苏晴远一点？你把我跟厉十郎说的那么不堪。 背地里去维护你这个小情人，你能不能不要把我苏晴想得这么糟？你在办公室让他抱你干什么？我，亏我还怕我误会你，给时间让你解释，可你都跟我解释了些什么？顾茂生，我原本以为你品德上佳，洁身自好，还兴冲冲的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相依相伴的人，可事实证明我瞎了眼，当时居然还喜欢你。你说什么？我说什么了？ 你说你喜欢我，我说了这么多，你就只听到这一句，我才没说我喜欢你。你，你和苏晴纠缠不清，现在现在还来亲我，滚开！我嫌你脏。苏眠，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相信我？我和苏晴没有关系。我要怎么相信你？单凭你的一张嘴啊？ 苏眠，我发誓，我顾陌生要是和苏秦有半点关系，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够了，苏眠，我向你保证，我爱的只有你，顾太太只会是你，不能是任何人，其他人不配。听哭了吗？我才没哭呢，只是眼睛里进沙子了。回家。 这地方哪来的沙子？苏眠，我向你保证，我顾莫深只喜欢你一个人。如果我顾莫深和苏青有半点关系，天打雷劈，不得好死。也许真的是,是我误会了顾莫深。如果他真的是无辜的，那孩子的事儿，我也不应该拦着。这是顾家，你不能进。给我滚开！我找苏眠，苏眠在哪？苏小姐，我实在拦不住他。你来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闺女，爸那八百亿输的一分都不剩了，现在现在我身无分文，你能救救爸爸吗？切，爸爸，你是谁的爸爸？你可别忘了，几天前我们就已经断绝了父女关系。啊、哦、不，早在十几年前，你把我扔在乡下自生自灭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是父女。爸不是人，爸对不起你。既然你不想帮我。 爸爸也不会忍心勉强你。这是苏氏集团百分之十的股份，爸现在给你，你一定不要拒绝爸爸，就当是这么多年对你的补偿。爸能给你的就这么一点了。我要是接了这个，苏氏集团几百亿的负债就落我头上了吧？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哼，<laughs> 我要是接了苏氏集团的股份，就相当于跟你绑在了一条船上。 到时候你就会逼我跟顾默笙借钱来救苏家，你这算盘打得可真够狠！我告诉你，我不仅不会救苏氏，还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你。来人，把他给我赶出去，不许他再进来。是，苏先生请吧。你给我让开！好你个苏敏。我看你是傍上了顾默笙这个大腿，要翻脸不认人。你不会真的以为顾默笙就是一个能靠得住的主吧？ 你不会真的以为顾莫深就是一个能靠得住的主吧？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顾莫深之所以娶你，那是为了讨好他的奶奶，跑去竞争董事长的位置而已。他一直喜欢的人只有小晴。同样的话，苏晴已经跟我说过了。你还有其他什么要说的吗？我知道现在无论我说什么，你都会认为我们是在挑拨离间，<laughs> 难道不是吗？顾莫深要是没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会挑拨？ 你俩随便一对，我们的话不就被说破了？可是你问顾莫深到底跟苏晴什么关系的时候，他有没有直接告诉你？他跟我说过，他跟苏晴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哼、嗯，这样的谎话你也信？那他有没有跟你解释清楚，他跟苏晴在办公室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啊。嗯、顾莫深一直以来喜欢的都是苏晴，之所以娶你，是迫于无奈，他那奶逼着的。要不是为了董事长这个位置。 他也不会答顾默生本来就是顾家长子，以后自然会继承董事长的位置。他有什么理由为了董事长这个位置去委曲求全？你别忘了，他还有一个婶，他二婶一家一直虎视眈眈地盯视着董事长这个位置。一旦他跟你退婚，他的名誉就会受影响，他还可能得到董事长的位置吗？等到他得到了董事长的位置，就会把你一脚踹开，扫地出门。闭嘴，把他给我赶出去。 苏倩倩请吧。<哼>苏小姐，你没事吧？快，快送我去医院。苏小姐，孩儿没事，只是以后情绪波动不要这么大，好好养身体。知道了，谢谢医生。丈夫怎么没来？没跟你一起产检吗？他，嗯、呃，他比较忙，可能。 嗯，没时间。再忙也得陪老婆产检，什么事儿都抵不过老婆孩子。谢谢医生，我先走了。孩子的事，到底要不要告诉顾墨生？宝宝，妈妈真是被你愁死了。墨笙哥哥，你喊我来有什么事？墨笙哥哥，我怀孕了。你说什么？我怀孕了，怀的是你的孩子。不信的话，你看。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不可能？陌生哥哥，虽然我怀了你的孩子，但是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打扰你和姐姐的。我喊你过来，只是因为你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你有权利知道他的存在。怀多久了？一个多月了，和我们在酒店的时间刚好对得上。一张孕简单也不能说明问题，兴许是伪造的。你放心。 如果孩子真是我的，我肯定会负责到底。你先休息，我再叫医生过来，跟你检查一下身体。嗯、怎么样，苏晴小姐的确怀孕一个月了。嗯、好好扮演医生，帮我骗过顾默深。这卡里的五十万就是你的。苏晴姐，放心，我一定帮您做的天衣无缝。嗯，现在还没有证据证 苏晴就是那晚的女人，这件事还有待调查。陌笙哥哥，怎么了？啊，没什么。既然怀孕了的话，先好好休息，养身体。陌笙哥哥，我怀了你的孩子，我要怎么向姐姐交代？什么？苏晴竟然怀了顾陌笙的孩子？顾陌笙一直以来喜欢的都是苏晴，之所以娶你呢，只是迫于无奈，他奶奶逼着他。要不是为了董事长这个位置。 他也不会同意。哎，苏敏，你怎么也来医院了？姐姐。苏敏，你怎么来医院了？哪里不舒服吗？我身体怎么样？不劳烦你费心。还是怎么回事？他。顾默深，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上一次我在你办公室。 撞见你们两个人搂搂抱抱，今天在这儿又被我撞见，可真是巧。苏明，这件事情我可以和你解释。好，我现在有的是时间，你解释，你说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来医院是苏晴她……啊,啊，姐姐，是因为我身体不舒服，我硬拉着陌生哥哥过来的。你有什么气就冲我来吧，千万别误会陌生哥哥。你，你不是说有什么火痛吗？想发火？ 妹妹不敢，只要姐姐和莫生哥哥之间不生嫌隙，姐姐做什么都是应该的。你把嘴闭上，苏敏，你先跟我走，这件事情我会跟你讲清楚的。啊！我的孕检单，好手段！切，怀孕了，姐姐千万别误会，这肚子里的孩子不是莫生哥哥的。顾莫山，这孩子是谁的？ 这孩子是谁的？这孩子，苏敏，有些事情我确实没有调查清楚，但是我不想骗你。等我把这一切都查清楚了，我会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你。所以，你并没有否认苏晴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哎、啊，苏敏，莫师也没说孩子是他的呀，别多想啊。苏敏，哪里不舒服？ 放开我，不需要你扶我。苏苏明，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单子？不是什么单子，乱捡的废纸而已。放开，我要先走了。苏明，别跟着我。苏明，莫生哥哥。哎，苏晴小姐，你现在是怀孕了，你应该好好休息。我送你回去。哎,哎你起开！莫、哎、生哥哥，你走了，我和孩子怎么办啊？苏晴，我告诉你，就算你真是酒店那晚的女人。 我也不可能喜欢你，别再跟我耍什么把戏了。莫生哥哥，可能只能把假回忆做成真回顾陌生你这个渣男果然靠不住。宝宝，你爸爸他是个渣男，妈妈现在还不能告诉他你的存在。嗯 嗯。喂，谁啊？老大，是我，石千里。有事快说。好嘞，老大。我查到你那个妹妹，在顾莫生面前冒充你的身份，说她就是那天晚上和顾莫生在一起的女人。哦，是吗？不是，老大，你怎么这么平静啊？你不应该去揭穿她吗？揭穿什么？揭穿她，守护你的爱情啊！如果用一夜情的身份，就能让顾莫生动摇？ 那他是喜欢我呢，还是喜欢你叶情的身份的？这，所以你打算怎么办呢？我要跟顾默生退婚，我要去刘查出来了，苏明这两天在苏家待着，哪儿也没去。你要不要赶紧给人服个软，把人接回来？服软有用吗？他现在犟的比过年的猪还难摁，我能接他回来？ 不需要你服我，苏眠，你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墨生哥哥，可以进来吗？是苏晴，看他又要搞什么事。嗯、苏小姐，请。墨生哥哥，你又有什么事儿？墨生哥哥，上次在医院是我不好，惹得你和姐姐闹了误会。 所以，我今天特地熬了粥，给你道歉来了。苏琴小姐还真有意思呀，人家道歉送礼物，你道歉送粥。嘿嘿，生哥哥，我知道这是你最喜欢的粥了，你快尝一尝。拿走<祖>。陌生哥哥。<祖>我知道陌生哥哥不喜欢我，喜欢我姐姐。我也不是上赶着找个不痛快。你现在就是在找不痛快。我。 陌生哥哥，不管你怎么想，我今天真的是诚心诚意来跟你道歉的。我知道你想竞争董事长的位置，所以我们苏家一定会支持你的。哎，苏小姐还真是无私呀！苏家都自身难保了，还在这儿抢着帮陌生呢，你可真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啊、佩服佩服呀！你出去。哎，我就不。白，你先出去吧，我倒想看看苏小姐还要干什么。嗯。 陌生哥哥，这可是我特意熬了好久的粥，你好歹也尝一尝啊！怎么了，陌生哥哥？你怎么不喝？啊？你喝一口。这不好吧？这可是我专门为你熬的粥，我怎么能喝的？啊、知不知道你对我下药的后果是什么？我。 莫生哥哥，我错了，你就饶过我这一次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怎么能这样说呢？我还应该要感谢你才对。啊？感谢我？白月<颜>又怎么了？我的顾大少，把苏二小姐请出去。请吧，苏小姐。哎，那粥都被下药了，你还喝？送我去见苏敏。 哦，你小子！呵呵苏家的人今天都不在，会是谁呢？怎么样，惊不惊喜呀、啊？白燕，你你怎么进来的？苏棉我送你个爱情大礼包。 哎,哎哎，切好，不用谢我啊！哎，哎，你你把人给我带走。顾墨、嗯、山，你放我下来！嗯嗯嗯嗯嗯不是被人下药了？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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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是。嗯嗯 但是我跟他绝对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了。你跟苏晴有没有什么关系，关我什么事？哎，苏敏，顾莫深，我告诉你，以后你去找问苏晴，不要到我这儿来，我这儿又不是什么收容所。你生气了？这么明显吗？苏敏，我要是跟苏晴有半点私情的话，那还用得着给我下药吗？再说了，如果我是真的喜欢她，为什么她给我下药的时候，我来找你呢？我直接找她不就行了吗？你敢？嗯 帮帮我呗，所以你帮帮我好不好？自己惹的事情自己解决，我才不要帮你。苏棉、哎，我自己不行，你帮帮我。等等，我姨妈来了，不方便。你姨妈不是七号吗？那还有着呢，怎么可能会来？不能让她知道我怀孕的事。那那是因为。 我姨妈什么时候来？我当然自己清楚。你什么人啊？还算别人姨妈日期？别给我转移话题了。我转移什么话题了？苏敏，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没有，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别给我撒谎。<laughs> 木木生果然聪明，什么都瞒不过他，吓,吓死我了，差一点就露馅了。狗男人！哎呀！<coughs> <coughs> <coughs> 苏眠，你好样的！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单子？不是什么单子，我捡的废纸而已。苏眠一定有事瞒着我。白月，去帮我查一下，苏眠那天去医院干什么去了？还有，再仔细给我查查苏晴，她到底有没有怀孕？ 医生，宝宝怎么样？苏小姐，放心，孩子是没问题，只是我看你有点营养不良，母体营养跟不上会影响孩子。这样，我给你开点保胎药，你回去好好养一养，<是>按这个吃。谢谢医生。宝宝，等以后你长大了，妈妈就带你环游世界，咱们俩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自由自在。顾默生。 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在这儿？我这医院是你家开的呀，管得那么宽，我想来就来了。手里拿的是什么？没什么。哎，你还给我！这是什么药？胃药啊，我那个最近胃有点不舒服。养胃的，这是保胎药。对，就是保胎药。我怀孕了，怎么？你昨晚不让我动你？ 就是因为这个，是。你怀孕一个月了，苏敏，你就是一个月前和我在酒店的那个人，时间刚好对得上。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我我，就因为我有一个月的身孕，你就断定我是那个人？那现在世界上有一个月身孕的人多了去了，难道他们都是你一夜情的对象吗？我告诉你，不是你一夜情的对象。 这个孩子不是你的，那是谁的？李石朗的吗？是谁的跟你没关系。我劝你现在有时间，还是赶紧去把退婚协议给签了，我们两个人好聚好散。苏明<眠>，你要是不签的话，我就告诉奶奶你和苏晴不清不楚的，让奶奶做主替我退婚。行，好，你有本事。 哎呀，那个假医生招了，苏晴根本就没有怀孕。还有你那个一夜情对象的事，就是他在骗你。<coughs>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骗我就要付出代价过两天房地产拍卖会，要让苏家赌上全部身家，血本无归。莫轩哥哥，他有脸来？啊、哎，先别着急发作，配合我演出戏忽悠苏家人。我不屑演戏，我演还不行吗、啊？苏总，配合我一下。 要不然我怎么给苏家人下套啊？进来吧，莫生哥哥，昨天我真的是一时鬼迷心窍，你可以原谅我吗？哦，他的意思是他原谅你了、啊？真的吗，莫生哥哥？那个苏小姐，你找莫生有什么事吗？哦，我爸爸不知道最近得罪了什么仇家。 最近有好多公司联合起来挤压我们，所以陌生哥哥可以再帮帮我们吗？啊，这个好办，你们可以投资新方向呀。明天有一个房地产开发拍卖会，你们拍下个新的地皮开发，这不就翻身了吗？可是不知道我们家公司的资金还能不能支持我们开发地址。我们顾总可以给你们贷款呀。啊 <laughs> 真的吗，陌生哥哥？哎，好了，相信我是真的啊！走吧，走吧，走吧，回去跟你爸好好准备准备啊！你倒也不全是一无是处，哎，哄女人这事儿我在行。<laughs> 嗯嗯、说，严姐，好消息。 苏家这几天在整合资产，说是原有产业被打压的快撑不下去了，准备进军房地产行业。这是苏哈的意思吗？苏哈、哦、好呀，正好这次我让他血本无归。你是不是有什么整他的办法？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明天我会以苏的身份出席，你帮我安排一下。小问题，绵姐。不过你现在身无分文，怎么拍地产？没钱我也能在拍卖会玩出花来，不信你就等着瞧。好，哼、嗯。 哎，这不是神秘巨星苏问吗？他不是进军娱乐圈的吗？怎么也来进军房地产啊？你们这也太狭隘了吧！明星就不能创业吗？况且我今天可是有内部消息，什么内部消息啊？这无可奉告。说不定这个苏真有什么内部消息，我得盯紧他要买什么。啊、宝贝女儿，你确定顾氏会给咱们放贷款吗？当然确定了，墨轩哥哥。嗯啊 承蒙顾总相助、啊，我们顾总最近因为忙着竞选董事长的事儿，烦心着呢，心情不好，不要打扰。放心，我们顾总会帮你们。第十朗那个靠不住的，扳倒顾默深的计划迟迟不成功，早知道现在这么急需过时的贷款，还不如早早霸结顾默深呢。宝贝女儿、啊，咱们苏家的前程那全靠你了，一定要抓住顾默深的心。放心吧，爸。各位，本场拍卖会共拍九块地，下面我来介绍第一块。 这块地毗邻多所学校和商场，起拍价五十亿，现在开始加价。五十五亿，六十亿，七十亿，七十五亿。这块地的利润大概有八十亿，只要不超过八十亿的价格都是赚的。七十九亿，苏，我的女神。嗯，你跟苏那边好好配合。 爸爸，就是他害得我甲上的事情败了，我不能再输给他。你一定要把这块地给抢下来，这可是八十亿。哎呀，可惜顾氏不做房地产，不然这块地一百亿也值啊。难道是我弄错了？七十九亿一次，八十亿九十亿九十五亿。亿哎呀，我这预算不够呀，算了，谢谢爸爸。九十五亿一次，九十五亿两次，九十五亿三次，成交。 蠢货！接下来介绍第二块地，这块地位于金融圈的黄金地段，起拍价八十亿，一百亿。这回到底什么来头？感觉出手这么干脆。听说人家有内部消息、啊。一百二十亿，一百二十九亿。你怎么了，爸爸？这个锁，他每次都卡在我预计的最高金额。我预估啊，这块地也就最多是一百三十亿。嗯、听说啊，金融圈要大量引入外资，可是现在那些外资公司。 连写字楼的位置都没有了呀！一百三十亿，真是蠢到家了。一百五十亿，这个书这么穷追不舍，想来引入外资的事是真的。一百六十亿，怎么样？关于郊区的那块地，谣言散播出去了吗？放心，做好事了。那就等着重头戏。恭喜苏总，不能再拍了。最重要的是拍下最后那块地。 利用信息差大赚一笔。放心吧，爸爸一定借着房地产翻身，然后拿钱把你砸到娱乐圈当明星。谢谢爸爸。<laughs> 陌生哥哥，你怎么不拍啊？顾总正忙着审批你们的贷款申请呢，你就先别打扰他，让你爸使劲拍。好吧。接下来我们拍卖最后一块地，这块地位于郊区，风景优美，生态环境良好，起拍价四十亿。郊区的地值几个钱？可是有传言说啊，这块地。 将要被政府列为旅游度假区了，这要是真的，那可就真的大赚一笔呀、啊！真的假的？孙，这块地一定要花钱。我们有可靠消息，看他那样子，难道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话，咱们这块地可不能送。五十亿，五十亿，一百亿。顾氏集团这态度，难道这块地真的要被划为旅游度假区了？顾总怎么可能做亏本的买卖？嗯 郭总，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也收到了一点小道消息，对这块地有点兴趣。宝贝女儿，爸爸就指望着这块地翻身，你快好好劝劝郭总。陌生哥哥，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什么，你能不能看在救命之恩的份上，啊、把这块地让给苏家？我帮你劝劝郭总啊。哎，你想干嘛呀？小宝，把这块地让苏家把全部身家赔进去。好，行，我知道了。哎哎 我刚才已经帮你问过顾总了、啊，顾总同意把这块地让给您了，你们赶紧争取一下啊！陌生哥哥，哎，行行行，赶紧让你爸拍去啊！爸，陌生哥哥同意让给我们，一定要把这块地拿下。嗯，一百二十亿，一百三十亿，你们不好意思了，苏总，我们也得到了一些内部消息，一百五十亿，一百八十亿。本来还以为这块废地卖不出去呢，怎么这都抢起来了？两百亿，两百五十亿。 两百六十，谁都别想跟我抢这个度假村。三百亿，三百亿！百亿哇、哦哦，苏总好魄力，苏总好魄力呀！三百亿，这也太狠了吧！苏氏能拿得出来吗？你不懂，哦、人家傍上故事了，故事能拿得出来不就行了？承让了各位。爸，这三百亿是不是太高了？<laughs> 这块地有那么值钱吗？放心吧。 这块地被分为旅游度假区，到时候花多少钱都可以赚回来。三百亿一次，三百亿两次，三百亿第三次，成交！嗯、本场拍卖会圆满结束，劳烦各位到后台付款签合同。哎哎哎哎，顾、哎、总、哎哎哦，不知道我对公司申请的贷款审批过了吗？我们这还着急用钱签合同呢。对啊，莫山哥哥，这不就是你一句话的事吗？贷款申请被否。 啊，这这这问题出现在哪儿了？我们还指望这笔钱呢，是因为苏某没有好好打点你们顾氏高层吗？对啊，莫生哥哥，谁敢在顾氏和你作对啊？顾氏没有人敢和我们顾总作对，是顾总自己否掉了。顾总，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顾氏找不到理由给你们贷款，毕竟顾总不欠苏小姐什么。嗯 <laughs> 你说是吧，苏晴小姐？你们都知道了。当然，苏小姐冒认别人一夜情的对象，心恩图报那么久，就没想过暴露了怎么办？顾墨生既然已经知道了苏晴不是那晚和他在酒店的人，那我何不借着素的身份再加一把火呢？不是这样的，墨生哥哥，我只是因为太爱你了，我万不得已之下，我我才骗了你。哎呀，看来这个晚走还是有好处的。 可以看到这么大的一场戏，素<所>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在季家的胸害我？你冒充我顾总救命恩人的身份，你还有脸来质问我？你什么意思？那我的女人是你，你有什么证据？顾总是要我说出来，你身上的胎记在哪儿吗？你，我的女神和我最好的兄弟，完了，我失恋了，都是你,你，都是你害的，你、嗯，你，钱<你> 我为苏氏的女儿，要保持体面。顾氏不给咱们贷款，咱们还有银行。别忘了，爸爸还有一块旅游度假区项目，我保证咱们苏氏可以东山再起。苏总不会真的相信那块地会成为旅游度假区吧？你，你他妈又是什么意思啊？因为那块地发现了珍稀植物，马上就会被划分为禁止开发区。完了，我用三百亿<唉>买了一块废地。 快走吧，这俩人都疯了，别一会儿把我们给传染。走吧。嗯、啊呃、嗯。墨轩哥哥，墨轩哥哥，我是真的爱你啊！放开你这个疯子！哎，等等我呀！墨轩哥哥，墨轩哥哥！啊、完了，完了，我们苏家全完了！李、呃、总，李、呃、总、呃，你一定要救救我们苏家！全部，我可救不了你。 你李侍郎，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如果不是你，我也不会沦落到今天。苏秦小姐，害得你落到如此境地的，可不是我，是苏眠。什么意思？啊？我刚才查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你知道吗？那个神秘巨星，苏伟是苏眠小姐。苏小姐，等一下。顾先生，有什么事吗？为什么我觉得他很像苏眠？想见识一下。 苏小姐的真容，顾先生，你想看我面具下的这张脸，是想看我够不够漂亮，好跟我旧情复燃吗？我我倒是不介意，只不过你的未婚妻怎么办？同色不一样，脸上没有雀斑，她不是苏。我和我未婚妻不可能退婚，你的脸不用看了。顾总，那看来您对您未婚妻可真是一往情深啊。我和我未婚妻的感情很好。撒谎。 谁跟你感情好，是吗？可是我听说你只是拿你的未婚妻当做你竞选董事长位置的筹码。她怎么可能会是筹码？我告诉你，我很爱她，真心还是演戏？之前那件事情，抱歉，我会给你十个亿的补偿，但是我请苏小姐出国发展。为什么？因为之前苏晴让我找了教训，所以我不想再留下什么会破坏我和我未婚妻感情的人。还有，只要不涉及到感情方面的条件，您尽管提。很抱歉，需要请苏小姐离开。 顾墨深，你说的话到底是真是假？棉姐，顾总为什么赶你走？他怕我知道他跟苏的身份，会影响我跟他之间的感情。你没告诉他你就是苏啊？没有。为什么呀、啊呵呵？姐，别想了，今天可是苏家倒台的好日子，我们筹划了这么久，终于成功了，你不高兴吗？确实应该高兴。 可我只觉得悲凉。苏念章那样的蠢货，那么低劣的手段都能逼死我妈妈，你说，我妈妈她是不是很蠢？是。我一直告诫我自己，不要像我妈妈一样相信男人，相信爱情。可是面对顾默深，我要动摇了。我想再给他一次机会，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说当年苏念章是不是就这样骗到我妈妈的？我是不是也要步入我妈妈的后尘嗯、呃，不不不，老大，我觉得吧。 顾总和苏念章绝对不一样，所以我留下来了，看他到底是什么样子，观察一个月。没错，我觉得吧，顾总绝对没问题。顾墨深，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月证明自己，回顾家。啊，姐，你想通了？我要去看看顾墨深到底有没有资格做我孩子的父亲。<laughs> 怎么，不欢迎我？ 来跟我退婚的事吗？既然你不欢迎我，我就先走了。孩子是我的。你什么意思？难道他查出来我就是素了？意思就是，只要你不跟我退婚，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的。顾墨失，你疯了？你愿意替别人养孩子？我愿意，只要你能留下来。我凭什么让你这么做？ 是为了董事长的位置，为了你，为了我，你就对，我就是这么爱你，满意了吗，苏敏。我投降了。顾漫生，谢谢你。明天是我上任股事董事长的晚宴，你过来跟我一起参加。上任董事长，这这么快？ 董事长的竞选本来就是走个过程而已。现在你相信，我不是为了董事长的位置要和你结婚了吧？哦，明天我会去的。你还有别的什么事吗？没事了，早点休息吧。那晚安。 今天是顾总正式成为顾氏集团董事长的日子，恭喜恭喜啊！以后还请顾总多提携呀。失陪一下。还喝还喝？<laughs> 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哎呀，我办事儿，你放心。不过我们顾大少这么有浪漫细胞，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求婚，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今天来的都是商界名流和知名记者。 以后万一你后悔了，你就彻底玩完了。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不会后悔的。苏明很缺安全感，这样的求婚不光是浪漫，而且以后还能成为拿捏我的筹码，他会喜欢的。哎呀，兄弟，啊，你这是把自己也算进去了？我以前居然也没想过，你也是个恋爱脑啊！不会吧？ 准备的这么妥当，你还紧张呀？你懂什么？滚远点！没事，不紧张。苏明，一会儿就到了。喂，苏明小姐，出事了，顾老夫人突然晕倒了。什么？师傅，麻烦掉头去医院。哎，好的。师傅，现在掉头去医院。我马上就到。好。 还是苏晴姐聪明、啊。苏眠，你死定了！哼 <laughs>！算了，今天是他上任董事长的重要日子，我还是先把情况弄清楚了再告诉他。<laughs> 医生，奶奶怎么样？顾老夫人就在病床上，你去看看吧。 奶奶，你没事吧、啊啊啊？苏眠，你不是很厉害吗？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出来吧。嗯 <laughs> 顾大少，别再等苏棉了，这全 A 厂的名流都等你完成董事长交接仪式呢。交接仪式怎么还不进行？我们时间可是很宝贵的。顾总该不是要耍我们吧？是啊，顾总这就有点不太给我们面子了。希望今天的交接仪式不会泡汤啊。<laughs> 苏棉<明>是我苏晴，顾默笙。 苏明在我们手上，你要是想救他的话，就一个人来城东仓库见我。苏晴，你要干什么？你来了不就知道了？苏晴，顾墨轩，顾总跑了，这不是耍我们吗？顾氏集团太过分了。妈，把他头套摘了吧。哼。 苏 <laughs> 晴，你疯了！<laughs> 你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嚣张，<laughs> 哼，你就死了这条心吧。知道你有点功夫在身上，所以我绑特别死。你这个疯子，绑架、谋杀，你这辈子就完了。我这辈子早就完了。 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你当初怎么不跟你那个妈一起去死啊？你回到一城来就是为了抢我的东西是吗？你抢走了大家对我的关注，还抢走了我爱了这么多年的墨香哥哥。哼、呃，抢，你也有资格说这个词。你怎么不问一下你的好爸妈是怎么抢走我爸妈的财产的？呃、你个死丫头，那是你妈妈自己没本事，你竟然怪我们抢。 狗急跳墙了，恼羞成怒了。苏敏，我真的很讨厌你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你说，如果我把你的脸划烂，望生哥哥还会喜欢你吗？苏敏<明>，你怎么一个人来了？你犯什么傻？你闭嘴！望生哥哥，你还真是喜欢这个野丫头。你别动她，她到底有什么好的？ 值得你这样喜欢他？我为了配得上你，我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嗯、我硬生生地把自己逼成了 A 城第一名媛，你却偏偏看上了这个野丫头。苏晴、啊，是我的错，我对不起你。你有什么话你就冲我来，好吗？不，都是苏眠的错，是他抢走了我的一切，包括你。你到现在都还在维护他，苏青。 别激动，冷静一下。那么在乎，是因为他在皇权救了你吗？你说什么？你什么意思？你说苏眠就是苏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是救你的。那你是怎么爱上他的？他凭什么？他凭什么？凭他是苏眠，这一点就够了。<laughs> 是吗？既然你这么爱他。 那如果他死在你面前，你别伤害他。你要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那我要你娶我，你答应吗？不许答应！你，你要是不答应的话，我现在就让他死。我答应。你现在就用顾氏的名义发通告，说你爱我，说我是你顾氏集团未来的女主人。好，晴晴。 真的是顾世华的公告、啊。翻 <laughs> 完了通告，你就永远不能和苏眠在一起了。所有人都会记得，你顾墨生的妻子是我苏晴。<laughs> 我知道，你才不会娶我。既然我得不到你，那我宁愿快去冷你。来出来，给我把顾墨生往死里打！ 你再敢还手，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他死？别，顾墨神，你走啊！我们只是萍水相逢而已，反正我们迟早要退婚的，还愣着干什么？给我继续打呀！顾墨神，顾墨神,神，你走啊！我倒想看看，顾墨神，顾墨神，就还手啊！ 我喜欢你,、嗯、我你还手啊！我不用你这么对我，你别犯傻！你还手啊！晶晶<妈>，你不会真要闹出人命吧？闹出人命多，反正我不下怀了，正好让这对苦命鸳鸯给我陪葬。妈，姐姐你走吧。晶晶，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你不会是真的疯了吧？ 我就是疯了，给我往我死里打！<laughs> 我为你下了这么大一盘棋，你就安心死在里面吧。着着火了！着火了！姐姐，快跑啊！ 不，我要先看着他死。嗯啊、哎，顾墨生，走啊，快、哎、走，快跑、啊！顾啊生，墨生，啊、你快起来！苏、啊、明，我撑不住了、啊，你快跑！闭嘴，你撑得住，苏、啊啊、明。啊 阿松，我爱你。心知装我知道，我真的懂表明相爱这件事你这个傻子。不对不起。还有什么对不起不懂我？我带你离开这，我们走。阿松，阿宝、啊，穆穆山，穆穆山。 他不懂你的心。妈，妈，你不是说？ 要把苏棉所有的东西都抢来给我吗？怎么小时候你做到了的，长大了就不行了呢？顾墨生，你起来呀、啊！顾墨生，顾墨生，顾墨生，在这里，我们在这儿。顾墨生，走，你们快过来救他！ 啊、快走！棉、啊啊啊、姐，这都一天一夜了，你身体也扛不住，休息一下吧。我我要在这等着他。嗯、医生，他怎么样？嗯、有没有脱离生命危险？哎，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顾总的命是保住了，但是他以后啊。 可能要变成植物人了。嗯、我我能救，只要他脱离了生命危险，我就能救。哎，苏棉小姐，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不能碰我的病人。哎，哎放心吧，我棉姐可是神医，相信她。哎、医生，我孙子他怎么样啊？陆总他可能变成植物人了，而且苏棉小姐质疑我的医术。 非要进去给他施针？什么？顾墨深都已经这样了，你还要折磨他？白燕，不要打扰绵丫头，她的医术我是见识过的。对，绵姐现在是顾墨深唯一的希望，你必须相信她。我，顾墨深，你一定要醒过来，我还有好多话没对你说呢。 老大，免丫头，免<喂>丫头，奶奶，顾陌生怎么样了？他醒了吗？陌生没醒，怎么会？免丫头，是我对不起你，你和陌生退婚吧。为什么？因为陌生已经成了植物人，我不能再耽误你呀。 奶奶，你放心，我一定会把顾墨笙救回来的。顾墨笙他一定会醒过来，我们不退婚，我们的孩子还在等着他爸爸呢。墨深要真的醒了，他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很开心的。奶奶，你放心，我一定会让墨深醒过来的。嗯。 你怎么还不醒？我还有好多话想对你说呢。对不起，我不应该一直怀疑你，认为你一直都是在演戏，在骗我。 是因为你不值得托付，我错了，我应该早早告诉你真相，我们白白错过了那么久。顾莫深，我也爱你，你快醒过来好不好？宝宝选择了我们，你就不能辜负他。 你不能让他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哎，医生，顾墨山的情况怎么样了？我刚要通知你们，顾总的意识已经恢复了，啊、马上就可以恢复行动了。那太好了，我这就给苏眠小姐送报告去。哦、oh, 不，给苏神医送去。哎，那个大夫，你给我吧，我正好要找他们呢。哎，好啊，哎、谢谢啊。顾墨山，我爱你，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 白夜，公司的事情怎么样了、啊？呃，啊，不太好。嗯，那个顾默深上次在董事长交接仪式上跑调的事儿，得罪了很多人。而且他以顾氏的名义发公告表白那谁，嗯，网友骂翻天了、啊。最严重的是，商会马上要换届选举了，顾默深和厉石朗近年来一直在争夺这个商会会长的位置。 但是一直都是险胜，这次，嗯，而且听说利石朗已经联合四大世家，准备在今年商会上对顾墨深发难。董事会那帮代表都生怕担责任，到现在连个会长代表都没选出来。我来出席。啊？你啊？我是顾墨深的未婚妻，我不能代表顾氏出席吗？哦，呃，当然可以。 那你要出席的话，那我们就不争会长的位置了。你当然要争。厉十郎如果当了商会会长，肯定会全力打压顾氏。我这次出席，就是为了争会长的位置。你、嗯、一个医生，没事，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啊。没时间跟你解释了，反正你放心，我不比顾梦生差。啊、我有事要先出去。 你帮忙照顾一下他啊，好。我晚点再过来看你。哎，哎，行了，顾大少爷，人都走了，别装了啊。哎。 喂，石千里，我外公那边搞定没有？账户解冻没？已经搞定了。好，你以我的名义邀请合作伙伴去参加 A 城的商会，越多越好。哎，合作愉快啊！哈哈。哼，顾默深敢当众耍我们四大世家，我看顾家也没有留在商会的必要了。是啊。 顾陌生不配再做商会会长了，厉总做商会会长才是众望所归呀、啊！阿里、啊，何必谦虚呢？啊，厉总，您这人脉是深藏不露啊！您看，我可是看到了好多商业大佬，还请厉总给帮忙搭个线，给个合作的机会。<laughs> 好说好说，我怎么知道今天会突然来这么多大佬？我一会儿也要去好好结交一下。哎，怎么不见顾氏的代表啊？ 他们不会弃权了吧？顾 <laughs> 氏代表到。顾氏是没人了吗？派一个小姑娘来当代表，来参加商会竞选。对付厉总，我一个小姑娘就够了。是。可是我们刚刚决定将顾氏赶出商会，这里已经没有你的位置。<laughs> 就是，赶紧走，你已经没有资格参加竞选了。 陈总，别急啊，万一我能给大家带来更大的商机呢？苏小姐什么身份？还能给大家带来更大的商机？<laughs> <laughs> 那不是新能源的领头人宁总吗？他也来了。李总，一会儿可得给我好好介绍介绍。来，宁总，苏总，好久不见。苏总，好久不见。宁总。 没想到您日理万机的还能记得我，这是我的荣幸。这是什么话？要不是当初苏总的投资，我怎么能有今天？这位是盛总，我的朋友，他在新能源方面有合作，想跟你谈。宁总好，盛总好，我们可以好好谈谈。苏总的朋友不会出错的。好嘞，好嘞，好嘞，这边请。李莲，你到底什么身份？正式介绍一下，天雅财团创始人苏明。 什么？天雅财团，全球第一财团。哎哎，苏总，不好意思，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哈哈哎、陈总，既然如此，我现在有竞争会长的资格吗、哎？有，当然有，这里没人比您更合适。师妹<是>、哎，好久不见。你是传说中的医学天才季阳，我可不敢在我师妹面前称天才。我妻子久病不愈。 季先生，可否帮帮我？什么条件我都可以接受。医者仁心啊！师妹都开口了，没问题。苏小姐，我温某只认你做商会会长。季先生，我们去一边细聊。好，走。你们，你们居然临时变卦了！嗯、哼，苏小姐的实力远超于你，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我们当然愿意选择强者。哈哈哈，苏总，见您一面真是太难了。 哎，王总，好久不见！哎，来来来来来来来。苏、呃、总，好久不见。各位，非常荣幸通过了这次竞选。我代表故事。我反对。反对？他凭什么反对,反对？他反对。我现在已经是商会会长了，厉总，您的反对无效。我承认你很厉害。 但是我质疑的是，你有什么身份能够代表故事？是是是、啊、是，这可是现场直播，啊。一组想要干什么？你只是顾陌生的未婚妻，啊、而且早有传闻你们感情不在前两天，顾总也以故事的名义发布公告表白苏晴，这怎么办确、啊？确实有这个事情。确实有这个事情。你们马上就要退婚了，你有什么资格代表故事？之前的公告。 另有隐情啊！另有隐情，那苏小姐不妨说说是什么隐情啊<铺>？这个律师了，绑架的消息捂得死死的，他怎么知道？这件事还不能对公众说。苏眠怎么不说话了？看起来好可怜啊！未婚夫前脚表白别人，他还要帮他维护故事。确实可怜。顾总真是渣男，表白自己未婚妻妹妹。故事在这样的渣男手里，岌岌可危啊！ 哎，这都什么事儿总。哎，厉总，我想您没有资格逼问我的隐私吧？既然苏小姐不能证明你和顾陌生的感情，那你就没有身份代表顾氏，你的竞选结果无效。谁说他不能代表顾氏？顾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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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裁啊！ 她是我的未婚妻，谁说她不能代表顾氏集团？<事>倒是你这个谋杀犯，有什么资格质疑我未婚妻、啊？谋杀犯！谋杀犯！在大庭广众之下，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呐、啊！苏念章已经招认，他与厉世浪串通，教唆高慧、苏晴等人对苏棉实施绑架，并试图谋杀顾莫深。人证无证俱在，法院的传单一会儿就到。不可能，这不可能！ 把他带到警局去，这不可能，原来是真的，不可能，原来如此，顾总原来是被逼的呀，顾总裁不是渣男，平反平反，幸好幸好，真是恶有恶报，你终于醒了，我还以为我的医术都救不了你了，对不起啊，我只是太沉浸听你说爱我，所以不想那么早醒，你又骗我，我要跟你退婚，哦，不太行，退婚协议我已经撕了。 这婚退不了了，那好吧。所以苏小姐，考虑考虑，给我个正式的名分吧。苏勉、嗯。素